经理在吃啊。哦，啊，若看到遐包的，叫伊较准手，拜托一下哦，包包的。总统前桥，嘿，去甲警官烧烧毛。行，三献香嘞，献香，再献香，三献香，恭请总统前桥。啊，来总统，请大桥组组。动作较大，无紧。嗯，对。好，大伙准备。你来电话。好。阿叻。嘿。谢谢谢谢。即种成就完毕。
蔡英文率领全国游人阿苏下将士成领袖，日游山兵马祖、北港进兵，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社会祥和，合家平安。恭请山边天上圣庙出龛，起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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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请圣庙出龛。哦，圣母玛利亚哦，这个耶稣的妈妈，这其实拢是母亲的意象了哈、母亲的意象。所以讲台湾为什么妈祖信仰这么形象，其实就是我们把它当作我们共同的母亲。是是，那那就是咱拢是伊的囡仔同款，对对对。啊，所以你看妈祖的造型，还是讲伊的迄、那个雕刻的形状，伊拢是爱把酒杯杯。然后很专心的在倾听，是倾听他的孩子要跟他倾听的表情，对，对，所以不是睡眠不足，目睭微微就是哎，伫听讲音啊，到底伫讲啥？是，这是妈祖信仰伫台湾的在地化的现象，因为咱拢知影吼，妈祖其实一开始是海神，哦，是海神信仰，那渔村啊什么的特别相信，对，多人这个那一开始哈。台湾的妈祖信仰是跟咱的移民过程有关有关系嘛？因为这个汉人的祖先拢是登山过台湾，是啊，登山过台湾，心肝结归完啦。哦，你的祖先啊，你代表有钱有势有产有地有某有囝，都未来台湾，一来台湾拢是啥罗汉卡啊？哦，嘿，啊来台湾的过程就是爱渡过乌水沟，对，哦，只有遐乌这罗汉卡淹没了，性命危险，哦，啊，所以。在这个开发的过程，不是那么平顺啦，哈啊，搁说嘞，明朝的时候海禁，清朝的时候禁渡，也就是不能渡海，啊，所以咱真济咱的乡，咱的这个先民呢，因拢是偷渡客，那偷渡的过程里面求助无门，就必须求神，那当然就是求海神信仰哦，啊，来到台湾了后呢，啊，这里渡流现在困难的时阵呢，啊一。自然而然就会需要一个心灵的寄托，是啊，也就是这里妈祖信仰，因为伊想符合着咱的需要，所以才会看到了这个这么多台湾人都非常相信妈祖。哎，老师，我记得有一个统计数字，好像这个妈祖信仰是全世界最多的信徒，是不是？一定有错，一定有错，是不是？还是台湾最多？应该是台湾最普遍，对，相当对。讲因为迄个咱台湾的信仰吼，是免登记的嘛。讲你信妈祖要来要来登记，因为咱一般的宗教吼，它有一个入教仪式，是入教仪式，比如讲像受洗，啊，像皈依，但是妈祖信仰无呢？没有，对，而且呢，台湾人大部分是这样子。又拜妈祖，又拜佛祖，是，什么神都拜，所以这里正确的信徒的数量大概也没有办法统计，也没办法统计，是，原来如此。咱今把看到已经刷屏嘛，对他怎么进到民宅了？对，而且刚刚那个到门口的时候啊，家里好像没有人在，他们特别去把他找来那种。好像这是在那个山边妈祖庙那边，也是在那边的一个就是信徒，因为他身上有穿那个背心，他刚刚很感动哎，因为特别回来开门，然后跪迎妈祖。对，双臂妈后哈，北沙墩妈祖后哈，他是非常亲民的，真的真的。所以他会到民宅去侍奉，这是百年新名模。是啊，所以讲这里这嘛是让过程里面充满紧张刺激，所以你呢，即几工呐半暝三更有人在弄门吼，有可能就是妈祖来找你啊，妈祖来给你弄门，你赶快开门哦。是的，没错，真的。哎，还有一次我在台中港火车站那里看到妈祖被入去民宅，因为门太小进不去。哇，
那个屋主干脆把门拆掉。真的？欸，如果是我也拆，妈祖要来，我怎样都可以。啊，当然啦，啊，很多人求之不得，也求啊，但是，我是感觉妈祖吼，伊非常的慈悲嘛，嗯，所以闻声救苦啦，哦，那需要的民众，他就会到他们家里去施福，嗯，啊，这是啊，这里他最亲民的地方。是啊，有时候你看沿途哈，有很多民众哈，会把生病的家人，嗯，用轮椅推出来啦，嗯，用担架抬出来，好，嗯，啊，好妈祖弄脚卡，对，好，啊，妈祖买。停下来，请听他的声音。是，哦，所以我讲伊是非常亲民，就像我们的妈妈一样，嗯，啊，不管你遭受到什么苦难，遭受什么事情的时候，哎，欸，要进去哦，欸，是呀，啊，欸，所以讲，这里，比如说对妈祖，还是山边嘛，拢有关。你比如讲，啊，他不一定是停公庙，对，哦，民宅的，啊，还有警察局的呢。哦，真的去警察局，还有地方法院啦，嗯，还有学校啦，他想要去医院，哎，欸，对，对，欸，因为医院里面那些人最需要他，哎，欸，对，好，欸啊，所以这是一非常人性化的地方，是，哦，在那边啊，停驾，嗯，欸，停驾，停驾在门口，哎，欸，啊，对，没错，没错。因为现在离那个啊十二点三十五呢，啊，还有一段时间，就停在他们家的大门口啊，对，没错。哇，如果是这家人，我一定会觉得真的是太受到妈祖的照顾了。有，欸，一定有什么特别的妈祖的，太幸运了啦，太幸运了。这个在这边，是越多越来越长这样子。现在看到可能是要画书文的动作了，已经读书文读完了，啊，把书我们主任委员把书文呈给我们的。这个圣母哈，哦，来过目，啊，然后就差不多要画书文的哈，画，哦，了书文之后就要登轿了。画了书文之后就差不多时间应该也就会越来越接近，哦，就越来越接近了。反正一定会到35分的时候。对，现在看到的这个哈，哦，就是，哦，嘿，就是我们的长明灯哈，哦，啊，长明灯。这个跟有很多台湾的这个妈祖庙也好，或者是很多宫庙也好，都会有一个所谓的长明灯哈，长明不灭哈，代表这个妈祖的这个信仰哈，能够久远哈，能够广布这样子。软身妈祖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这么大一尊哈，那其实在清代能够保存到现在也不是那么容易哈，而且如果以我们白沙屯的这个开发史来说，大概是清乾隆年间开始到现在，但是我要特别强调哈，你什么时候要离开这个队伍，或者是你什么时候要加入这个队，必须让妈祖知道。哦，妈祖现在已经被请要登轿了哈，要登轿了。大家都很守规矩，你看这些贵宾都只抓那个底座哈，因为生怕说去碰到妈祖的神像哈，大家都很还算还蛮守规矩的。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接法哈，你会看到那个妈祖都是这样晃啊晃的，就很像在云上面飘这样，这样飘飘飘这样飘过去，因为不会像我们一般请神明就是用抱的。就没有这样，你也这样晃啊晃那种感觉，然后就是好像又飘的这样飘到那个轿子前面。吉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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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别说不配。
现在就是要再加油啊。但妈祖刚刚已经给杯了，所以应该就是大家可以稍微安心一点。一對但现在是换这位那个。这一次的行球跟刚才看到那一次行球不一样，不一样。上次那一次行球是大妈姐姐来对了，好，那我们要透过行球去确认说大妈，他有没有在就是说他的神灵有没有进到教室里面来？然后刚才我们看到大妈在行球的时候非常的激烈，有没有？头起已经准备要出发了哈。是，现在看直头起的就是我们今年的执念入住哈，我们的王先生。所以只要那个确认好妈祖那个一切所有的那个工作都固定安全，他就准备出发哦。对，出发了，已经出发了啊。猴旗出发代表我们今年啊往北港进香哈啊，已经踏出第一步了。是，对，已经踏出第一步，也就是说我们今年已经启程了，已经启程了。哇，所以今年过了那个子时啊，有一个问题我也很想问，对，头旗是炉主现在，然后往前走了之后，就会再换给头旗主。哎，对对对对，会走一段路哦，让就是这个是他的权益啊。对，那个我们都知道，我们的那个副炉主是负责香担，那头旗就是负责炉主就负责头旗。是，对，就到那个定点以后才交给头旗主跟香担主的那个。对对对。这三大元素组成起来，是那其实锣声哈，声音一直是任何活动哈一个传达讯息一个非常真实也非常快速的一个元素哈。那我们只要是听得到锣声，你就会觉得有安定的感觉。啊，你没有离队伍太远。我们是在队伍里面，那包括我今年也一直在提倡说。我们是那个进香席上面的铜铃声也让它恢复起来哈。那其实以前这包括锣声，包括这个铜铃声，其实就是一个好像妈祖的安全范围，对啊，妈祖护佑的范围，对对对对。哎，这个快要出发喽，动起来了。这一次的行球。如果他有任何跨步往前的时候，就是直接出发了。跟我们刚才看到的只有短骂的那个，短骂那个是要确定妈祖的神灵是有进到教子里面的。啊，这一次是等于是确定什么时间点要跨出第一步。有了，有了，有了。有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金龙，哇，出发了，出发了，妈祖出发了。都很高兴的说，看到妈祖出发这样子哈。然后有些时候我也在想过这样的一个心情哈，我们想象以前的村落哈，那个我们休丁卡跟着妈祖出发，我们的子弟兵可能有家族里面可能有一个两个人跟着出发这样子，他很高兴的跟着妈祖走。然后，但是留在家里面留守的这些家人呢，比如说乡亲啊，这些乡亲呢，他看着妈祖这样子。走出去，他会不会有一点点那种失落的感觉哈？会不会有？总是在这里保护我们，就是他怎么出发了？哎，对呀，他就这样子出去了，然后可能要十天八天才会再回来。好，那不在村落里面这样子哈，估测200到300公尺而已，不会太远。哇哇哇！我现在就是要转往这个卡头楼，有，然后大家的那个夹道喷彩花。增添一点气氛。
这其实是地方很重要的连结，所以其实用这样子的精神，我们还是再次呼吁大家，就是大家在进香的路上，就是能走的等不能走的，大家彼此互相陪伴、互相照顾，把自己照顾好是首要任务。是，如果心有余力的时候，我们就一起照顾同行的伙伴，不管认识不认识，有时候不认识，可能走个两天，这个人的步数刚好跟你差不多，走在附近就认识了。是。所以这也是告诉大家说，基本上哦，从南丹的这里、個，基本上南溪进因为这保文到北港，其实大家都不认识，但是大家都可以愿意互相帮忙。有的时候其实会是新朋友、老朋友在这个时候会碰面。是，对，好，我们看到大家现在的位置已经到了那个车站前面了，前面了，对，到车站前面邮局的地方了。哦。准备要那个开始进行那个，准备要开始选择要来回宫的时候要在哪里看戏的位置。哦，好。所以他看戏的点，他必须要在这个时候就要准备做决定。错。而且大家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哦，就是可能就这几天可以去找一下去年的直播，去年的戏台，去年天气冷嘛，对，风非常大，所以去年在有那个火车站前面的戏台就发生了很少见的状况，就是它整个那个戏台的那个布，就是上面的那个布棚，对，就真的变露天歌仔戏，哦哟，这恐怖的丢。所以他其实基本上他选择的位置不见得说应该那个天气还是气候这样子。嗯，我想妈祖婆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对啊，然后他一定会有他的安排，决定要在哪里看戏。所以去年其实选的位置就这几年下来好像比较少看到会在那个位置看。对，所以我们其实也可以期待一下，或者是我们来猜测一下妈祖婆现在还会选在哪个位置，是作为他回宫看戏的地方。嗯，现在已经算是开始在做一些。这个规划，可能在想，在思考，所以放慢速度表示正在思考中。没错，那我们也是呼吁一下大家要把空间让出来。对，而现在画面上目前看起来好像还可以，就是没有全部挤在附近。因为我想，第一次参加进香的朋友可能会很兴奋、很期待，会看想要看大家的动态。那我们其实还是再一次呼吁大家，我们把妈祖婆选择的空间让出来。所以现在我们到这个北沙屯的灰甲岛，我们到白沙屯车站前面这里了。你看它的教室会比较大一点，所以其实现场的交通人员会可能会想办法进出，也是怕不熟悉这样子教室的朋友可能会不小心受伤。是，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转弯。对，确定的。他选了这个。所以他刚刚画的这个红点就是看戏点，就是可能回来会搭戏台的地方。是是是，哦，安内马蒂会加逃出边的呢。其实大部分都是在火车站这个位置附近会是一个看戏的点，那下一个就会选木岛里那边看戏的地点。会有两个。对，其实回来的戏台应该会有很就是不少，对，但是蛮固定的，大概就是火车站这边一定会有，然后内岛里那里也会有一个。但是今年呢、啊，虽然这个沿路上的安华、啊，我觉得比我们往年来的时候真的是多蛮多的，多很多哎、欸，因为我印象中，我这样从白沙屯总天宫出来，我印象中的红毯没有这么多，然后今年就是又多，然后又特别大。对，是第一年、啊、大概比较特殊的现象，第一个就是工时增加了，因为去年第一天大家拢知影食无够，哦，所以今年你看。沿途吼、哦，敢那是全台湾的迄个夜市啊，内底迄个卖食的吼、哦，小吃摊全部都来这里集合，所以一路从那个孔天宫呢，一直排到通宵去了，路遇不绝啦，吼、哦。那第二呢，很贴心的是今年的流动厕所也增加了。哦，有发现，对，啊，这就是大家。感觉讲这里这样子人哦，上厕所不方便，所以今年吼、哦，连流动厕所都增加。嘿，哦，啊，过来另外一个现象就是讲，先走的人很多哦，因为啥呢？就是讲，因为今年对吧，18万人，你那18万人一起在后面走，那会很可怕。啊，所以有真侪迄个乡丁卡，他们就先走到迄个红霄的。
街上，或者先走到湾里呀、黑单排，安尼较袂讲整个白沙屯地区塞住了。哎、欸，我觉得妈祖婆的休闲卡都好贴心哦，就是他们是为了整个去着想。不管是那个流动客人变多，其实也是为了体贴休闲卡，然后大家来去付出，还有那个服食变多了，也是因为要体贴我们今年的180,000香灯奖。而且我不知道阿白有没有发现，虽然今年的人数啊比过往啊都要来多非常非常的多，但是你不觉得今年的香灯奖的秩序啊反而比往年更好？像我们平常在那个孔天宫要出发的时候啊，其实那时候是人挤人啊最严重的时候，但是今年。我觉得秩序其实维持得蛮好的。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有彼此在互相帮忙，然后都有在维持秩序。大家其实自己心里面都有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所以你看，在进香期间哦，所有人拢变就足善良的。你看买这些人哦，啊，佮在路边供餐这些人，对不？互相之间素不相识哦。哦，咱在进香的过程，单靠一个人的力量，无法完成。因哦，你爱上厕所，爱洗澡，爱睡觉，啊，你要吃饭，嘿，啊，这些都来，全部拢是沿途的民众，哦，啊，甚至像这里从新北过来，哦，那我想讲，这是全台湾的那些信徒呢，拢来家吼，他虽然不一定有时间来参与进香，但是哦，伊会照顾替妈祖婆照顾这人，哦，所以这是真甘心啦，哦。我跟你说，我跟这个好朋友也是在走白沙屯的时候认识的。哎呦，这是哪一位好朋友呢？这一位，我来跟他聊聊天好了。阿婷，你哪里家？来帮朋友的忙啊。啊怎么说？帮朋友忙不是为了自己吗？哎，不是，就刚好说，因为有认识一位大家的共同好朋友这样子。对啊，就因缘机会下啊，就大家不约而同的就过来这样，然后就来帮忙这样。那是这个新竹李家天上圣母会是你的好朋友的，对吧？对。所以你今天来给伊接噶，来给伊到接妈祖。对啊。哦。所以当时，阿白跟你想落过呢。因为我们伟哥，对，就是我们新竹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伟哥啦，啊，就有时候大家会去探班，然后就会这样找出来吃饭这样子。哦，我听到重点了，早吃饭。不是，我跟你说，其实我记得我跟阿婷认识是因为你也是 GPS 的，对不对？对，都有啦。他也是 GPS 的团员，他讲出的我一定要讲成 GPS。其实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北投都骂有一个 GPS 团队，其实一开始是由民间的这些。好朋友有心的人来去背着 GPS 走，因为妈祖婆的桥是袂当放 GPS 诶，所以伊就轮班一直走。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我想要来自己走白沙屯，可是我不知道找谁的时候，我就找他们，然后就跟着他们走，绝对不会走丢。但是因为过往啊，白沙屯妈祖进香啊，因为早期没有 GPS， 然后它的路线又不固定，所以很多香灯脚啊，其实走都会跟那个轿子走散。啊，自从有了你们之后，大家都开始用那个 GPS， 现在常常看着大家人手一机，啊，靠近妈祖婆，今麦行到安尼，还好有你们在。我不是，我一样都是刚才那个共同朋友伟哥的关系，然后就是沾到一点边这样而已啦。就是有帮忙啦，对。所以从第一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是第几年参与了？第三年，但我没有每年都走全程这样子，对。其实刚刚我们遇到的那个阿婷啊，我们刚刚不是有讲说我们有个共同的朋友？嗯。对，其实是我们都其实大家宝神的团队大家都认识，他叫做小伟风尘。我知道，你知道。我虽然跟小伟工程小伟哥其实没有那么熟，可是我对他的印象就是我每次看到他，一路笑开开，
啊，人人好安尼，个性足好的一位朋友啊。对，我会认识小伟风腾，小伟哥是也是在宝城出外景的时候，然后他非常的热心，因为他的兴趣是拍照，然后他就也很喜欢庙会，所以他都会在我们外景的时候，只要他有空，他一定来帮忙，然后帮我们留下很多很多照片，不管是工作照还是我们主持的什么照片。对，因为他在旁边会帮我们，就是全程记录下来啊。然后每次他拍完之后，他都会把有我的照片一张一张的挑出来，然后寄到我的那个 FB 的粉丝团私信给我。没错，有时候看到我很感动，哇塞，怎么每张都把我拍得那么帅？真的，我也是被他拍得很漂亮，然后都以为自己一直很瘦这样。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然后他非常的热情。然后呢？其实刚刚线上的朋友，你们帮我们刷一波，谢谢小伟封城。小伟的伟是玉字旁的伟，然后封城就是新竹的封城，因为新竹就是有封城之称嘛。那我们其实啊，想到小伟哥，真的是你知道，因为哎，刚刚讲到哪里？刚刚讲到他非常热情。然后呢，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说 GPS 团队他就是创始之一，因为我们刚刚不是问说阿婷是不是创始吗？他就说是我们共同认识的那个朋友，其实就是小伟哥也是发起的。然后嗯，所以当时有这个白沙屯妈祖进香的 GPS， 其实我们要特别感谢小伟工程，他是其中一个，就应该是说他们是一群朋友一起做，然后就是大家各自有各自的专长，他们甚至找了工程师来写程式，所以如果有一直 follow 这个GPS 的 app 的朋友，你会知道他一年比一年更进步。各位观众朋友啊，现在在我身躯边的一二三这三个就是我刚才说的 GPS， 哎，他们现在刚好轮班，我们就刚好遇到他们了。所以你拍 GPS 现在在身躯嘛，是多一台啊？哈哈哈！哦，哎，这边看到啊！对啊，拜，哇，哎，你这个有跑马嘞，惊人认不出来，白沙屯 GP。然后用那个电脑列印的字，对不对？后来才有这个。第一年是用纸板列印。嗯。所以我们现在啊，要查询妈祖现在在哪边的话，全部都是靠你这台。目前。嗯。啊，你们都讲说你们是团队的嘛，所以你们这次团队啊，总共出动多少人嘛？包含司机的话是22个。哇，这么多、哦！因为每个人不是说都走全程。所以大家都是各个班凑一凑，凑到时间到。脚步要稍微。那有没有算过啊？平均一个人的话，比如说因为你们是轮班制嘛，对对对，一个人的话差不多要走多久啊？没有，我们是轮班制，包含排时间，所以我们就指定2个小时，走每个班走2个小时，急行军再做调整。哦。那理论上就是2个小时。那跟我那较早做兵同款，一般扫就是2点钟。差不多，对，今年已经来行第几年啊？哪个的 GPS 的话是从2017年开始到现在嘛？啊，我自己本身开始走是2013年。哦，也都是，其实一直都是马祖保人有点卡，然后也是因为这样才发心要做这件事，对不对？哎，就刚好。永烈削的人家吃的会破嘴巴哦。因为有时候那个你翁来挂靠边，有时候你在拿的时候也皮黏黏的，还是阿盖的是你肯定要注意到伊皮交迄个翁来接触。哦。我唔知影啦，我个人有当时。哦，就是好像说你这样一直摸，然后就是你一边在摸皮，那不是片掉吗？对。所以拿过来那你就摸到凤梨肉了。对。但那个皮的外面的东西是不要去碰到那个。哦，原来是。应该是那个概念。过程，过程很重要，所以我自己有尝试过，我记得翁来就只爱嘴袂破嘴，记得翁来就只爱那吃完之后那个舌头就是破嘴啊，怪怪怪怪啊！但是这个都是要专业的人来下这个翁来，
这个我蛮知啊，这个是我自己有去感受到，了解蛮。来家爱欣赏哪一个美食？哦，这些武馆哦，这个应该是在迎接，又要请妈祖看能不能到他们那里那边去休息哈。今年我们一直看到这个邀请妈祖。很棒，然后妈祖真的就心很软，所以呢，只要人家那个时间久一点，虔诚啊，一直跪啊，这个妈祖就去了。对啊，来这一层毕竟时间真的比较长，所以可以多去一些地方。六天哦，去拜给洗干净。然后像现在七点多，老师到北城之前，以现在这样看起来，还有可以走很多地方，对不对？因为这个所在吼，位园长到咱北港。大这个吼，咱要欢迎妈祖婆的这种吼，足济啦。哦。啊，所以像去年足济大大之后，旁边路旁的化妆室，结果妈祖婆为，人人都为咱的被为了一条来，跩人真正足失望的。因这边刚打雷吼，有哪耗了多少的精神？哦啊，人力啊，你这所在来这边，啊去拜妈祖婆就有如愿的安尼个跩大的所在行过。对，现在要去哪里？你知道目前的客厝国小客程客。客城客厝国小，对，所以大概在这个位置啦。这个，然后呢，什么时候会进到这个朝天宫？大约是11点会在北城派出所，然后开始这个出发，对不对？还是说11点会到北城派出所？哎，9点到十一点这个时间点就会到哎，到北城派出所。所以11点是出发往朝天宫这样子。然后呢，到朝天宫的时间点应该是在中午左右吧。应该是讲说，我差不多9点到11点会落在10点半或10点这里到北城派出所。啊，从那边再浩浩荡荡的往朝天宫。朝天宫应该要问老师一个，老师北城派出所那个典礼仪式大概会多长？那个结束就会过来了。因为那个典礼仪式是苏老师主持的，一般我都预定半个小时啊。半小时。所以看到那边呢，再过半小时，妈祖就会出发前来那个朝天宫。朝天宫那个路途。对，哎，我们看这个妈祖现在转进国小了。国小，客厝国小。我们妈祖最喜欢小朋友，所以他都会有学校都会去祈福。好，小朋友今天没有上，今天放假，没有上课。今天星期六都学校放假啊。小朋友，妈祖婆来了，说园长国小，这里是园长国小。哎，因为 K 家厝是在那个哦，在往前一点，土库没有，是在土库往那个妈祖医院这边那个 K 家厝。有。啊，这应该是园长国小，对对，跟正业。刚刚我旁边的提示牌，我觉得讲不出来。不会啊，你一看就知道。哎。就算小朋友没有上课，妈祖婆也来帮大家祝福。没有，因为毕哦还是记得，但以前就是妈祖婆都会去礼义廉耻这类所在，是礼义廉耻啊，那永远还是要那我们之前有一个大道师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子亲，好，对吧？好，对对对，你好，对对对，好，所以最主要要把这四个精神保留在我们这边啊。妈祖婆挺逗呀，可能也会提醒上方的那个礼义廉耻。现在的学生真的需要再把他们教育，好，读点人爱有礼貌，好，啊，行为要敬东嘛，好，所以这些东西希望说我们在借由妈祖婆来停这个地方礼义廉耻，我他讲，礼义廉耻，礼有哎，哎，线上有朋友在的，他说这里是园长国中啦，园长国，哎呦，他们说是园长国中，拍谁好，印尼，嘿，哎。反正就是园长的学校，对，就在园长附近的，没往北港的学校。谢谢提醒，是谢谢线上的朋友告诉我们。不会，就大家一起看，一起说，因为我们就是这个有时候看到那个风景，对我们不太知道这个现场的学校。苏老师就是也是，哎，用他的印象，然后跟大家至少确定这里是一个。哇，你看我们的空拍画面有多漂亮！如果是这里是园长国中的话，这一个校长文虚卓。他这个校长是一个文学所，是我们剩阿温温建国国中来得名的，哎，剩差不多差一两届啊。哦，这个文校老师有认识。哎，对对对，好啊，所以哎，你看我们拍得好清楚，戴有金，戴有金哈。哎呦，很棒！哎，我觉得进来这里我们要如何才能得到戴有金？就是有缘就会就会有对。来这里，大家有一个空旷的地方可以休息一下啦。对，这样大家。苏老师，你看我们妈祖的轿子上都有花，那个花也是天天换。之前不是有的时候说可以去信徒跟他信徒如果可以灰赶妈祖婆往灰花往灰嘛，要也要跟他们教对要跟他教班的人讲对不对？哦，那
为讲献花，吼，像讲献，像阮咧做诗意来这边献花献果，花就是让你花开富贵嘛。哦，哎，哎呦，好哦，这来了，有壮观没？漂亮漂亮漂亮哈！来，我们跟妈祖一定不要错过，就是我们的北港武德宫。哎，我们这间庙在这边哈，还是有限馆点兵啦，哈，啊来到家，好，你看起咧。天大道远，管哦！有，对，是噶，对，武德宫就是拜财神爷，真的很重要，拜完就会发财。学校，然后人，然后前面稻田，稻田，嘿，這個、啊，你看全部的人就在这个稻田的那一边，好啊，绿油油，啊，你看在这边，就是、还蛮特别的哈。那你要假设来告这个所在是咱的院长国中的位吼啊，就是也是一样，可能妈祖被教化民心呐、啊，教化学生哈、哦嗯哦，是。也祝福大家啦，考试也很辛苦，然后日常也是要好好那个精进自己在那个品德教育上面的品德教育啊，再来就是嘿啊学生个人的行为教育嘛，都很聪明，对啊，对啊，然后就很容易这个跨党跨赛而来而去这样子。你看伊多些所在好伊好，有可能是让这一个武馆吼的家吼干妈做不行累一下，发挥一下，嘿，对啊，好，咱这种赛头吼已经起码愈来愈少啦。好、oh. ，因为你要出这种店吼，已经非常不简单啦。因为你毕竟要多少人才可以煮一点煮一点这种松冈，哦，啊是咱这个武馆的这个西店，好、啊这挂音足侪拢是吼，拢是拢用都是用鼓，拢是过来尔，有鼓的声音，啊无的这种哈巴塞，对，哦现在都是现代化的，哦你看这边让学生表演他们的武术，哦啊干妈做伯一个欢迎安。欸、其实看到这个画面，不知道就在北台湾的大家，中南部的学校，你不会觉得看弄看短钉？你说那个地都比较大。它整个你看、那個，从一个从进门到进门进来，真的很远呢。我们以前都一进来都还有那个有国父，对啊，蒋公还有圆环，而且圆环，我走过去教室还在里面这样子，对，然后。在北台湾，因为寸土寸金，走进去两三步就可能就一下就可能就到了那个、啊。现在的学生一般都是以30个人为上限啦、啊哦。啊，以前我们那个年代都是7749啊，再加一位，总共50位，哦、因为那整个排起来了，哎呀、啊，啊，因为少子化，毕竟要做一些的调整啦、啊。是。啊，另外就是，以前老师一个老师照顾49位、50位学生。嗨，大家好，我们现场请到的是云林至善文化协会的我们的执行长蔡明贵，贵哥好。哎，两位主播好！哎，今天是妈祖回銮的好日子，哎。对，所以在今天呢，我们要来做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贵哥呢，这一向呢就一心为妈祖，所以呢，今年呢、啊，我们其实一开始许一个愿望，我们报名人数达到多少人，我们就要送一个胶纸桃妈祖，是多少人呢、啊？15万人。啊，结果呢？哎，结果就是17万。哎，18万，快18万了。所以我们马上加码，对不对？对，加码2点神教。哎，借我们看一下，借我们看，江江，漂亮的胶纸桃妈祖。这个胶纸桃妈祖是谁做的？他很有来头，对不对？是啊，那个是请那个一个国宝级的老师精心制作了。哎，那、我们就等到12点，这个号码的人还没出现。嗯。现在目前还没有出现，没有出现。那另外我们现在加码的是轿子，对不对？加码的李先生已经出现了。哎，那我们现在要先颁奖给他。哎，对，先颁奖给他。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轿子有多漂亮，好不好？好。这个轿子呢是谁做的？这是温志胜协会来拼装起来了，可是精心制作这个厅，好、哦，然后这个是去买的啦，哎、呀。碎当当呢、啊，谢谢啦。好，所以我们现在要颁奖，对不对？对。那我们要有请我们的幸运儿李先生。这个是我们抽出来的嘛？那个县长抽的。哎、县长抽，哎，县长抽到你耶，是县长抽到你耶、哎！哇，你真的很 lucky 耶！所以我们要怎么送？贵哥来，你主持一下，我们要怎么送？那个、我们会长送啊，你住哪里？啊、你来后面。彰化田尾。住田尾。对，田尾。啊，你这次走了几天？走了5天。走5天，从哪一天开始？是9天吧？第一天开始。哦，第一天开始。对。啊、你今天特别来领奖，对，特别来领奖。啊，得奖的心情分享一下，很开心啊。啊，你要感谢妈祖婆啊。对，感谢妈祖婆抽到我。哦、感谢妈祖婆抽到他。我也是白沙屯妈祖田尾联谊会的会员。是哦。对。哦，好，很开心哈、哦。那现在贵哥我们要怎么？会长哦，好。因为哎无用啦，系、哦、啊，所以请下前温会长跟前会长来颁奖者。那我们就进行颁奖。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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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得奖的朋友很开心，然后他今天呢，
得到的是这个我们的加码的那个。对，加码的，我们张县长抽出的号码。嗯。另外两位十二点到了，就没有人来认领，就明年继续。是哦。抽出来。哦，好好好。好，这样比较公平啊。好好，公平。哎呀、啊。好，恭喜。恭喜恭喜。好。好。那就这样。但我们最后时间上再请那个贵哥呼吁一下另外两位得主，好不好？得主，因为我们已经呼吁大概九天了，还没出现，所以我们决定明年有缘再继续，哎、哦，就是、保留起来。十二点了、欸，哎，十二点到，所以就、哦、就弃权。哦，好，算是这个可惜，你得奖了，但你没有在时间内出现，那贵哥会把这两个这个很值得收藏的纪念品保留起来。明年，啊，明年你有什么愿望许一下？明年许二十万。人来跟马祖进香哦，嗨嗨、okay ，好，好，许愿二十万的明年，哇，所以我们明年交子桃妈加码两尊交子桃妈，哦耶，所以我们神教，好，二十万明年给他这报名报起来好不好？两尊交子桃妈祖六顶神教，我们明年来抽，好，谢谢贵哥，谢谢贵哥，谢谢谢谢会长，谢谢，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主播台的阿柏。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白，我现在在主播台。为什么我在主播台呢？因为呢，我今天已经走回拱天宫了。对，我就是前面录完节目之后，我后面有自己去走。应该有不少人在路上有捕获野生阿白吧？有吗？有的人在下面写有。哎，在主播台很可怕哎，这里也太难了吧？所以我今天早上做了一日小编，然后现在做了一日主播。好哦，那因为呢，志玉姐跟建安哥他们等于去出外景了，所以现在我也不太知道要做什么。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呢，原本早上我要从那个慈后宫开始 ，Kiga 跟冰 K 贝，然后开始走，然后可是呢，因为我们就是我想要。这一路的过程里面，我想要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跟一般节目会去拍的啊，或者是应该说我们常常会去的地方，或者去记录的东西，我这一次希望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白沙屯妈祖进香这样。然后，所以我今天呢早上出发之前，我觉得我们宝岛神人大的直播中控台很有趣。而且我相信大家应该也会很好奇，对不对？对吗？哎，小编可以帮我看一下，有人在下面回答我吗？有啊，啊、哦，真的、哦，所以大家会好奇嘛，对不对？然后，因为我真的觉得每一次的直播啊，我都觉得我每一个人都很厉害，他都有各自的专业，然后我会想要把这件事情就是跟大家分享，所以我就去记录了大家的工作。包括主播在干嘛，或者是导播在干嘛这样子，然后到时候呢，大家拭目以待。嗯，哎、欸，你们有要回来了吗？真的假的？哇塞，那我要讲什么、啊？好。哦，对，我听说冒险老师帮我征婚，然后志玉姐跟建安哥也一起帮我征婚，然后说什么要送我匾额之类的。然后呢，我是想说。哦，对，谁要送我钢管秀？哦，志玉姐还要送我钢管秀，哈、哦，那个原本是没有那么想要结婚，那既然如果有匾额跟钢管秀的话，好像可以考虑一下。不是啦，大家哈、哦、冷静一点。嘿，我现在要做什么呢？哇，我们现在看到现场好多人，这里是拱天宫的庙埕。哎，今天哈、哦、现在才十二点而已，就这么多人了。其实我刚刚大概还没十点的时候吧，我就有先往那个幸福妈妈家前面的那条路。啊？所以我不要讲话吗？你要讲啊！你要讲哦！是是是，我现在还是要讲话，是不是？一直讲。你们都没有窝机，你怎么知道你要做什么？就反正就是厉害之处，对啊，坐在这里就是窝机在心里。好好，是是是，对对对。哦、oh, oh, ， oh, 回来了。哇，中间这位白主播好漂亮。对啊。我突然看到我在轮梁中间，我好
好黑哦。没有，阿白你瘦了耶。有吗？比你出发之前。真的吗？真的，已经有 before after 了。有，走得很辛苦，是不是，对不对？哦，走，对，会有一段辛苦，但是整个下来会是开心的。真的吗？哎、我们真的没有派工作人员跟着阿白，阿白自己一个人拿着一个 GoPro 就去走了呢。对啊，你说制作单位真的很要求，对不对？对啊，为什么到底得罪他们什么？对不对？我觉得你得罪他们呢。对啊，没有，他们是让你去找幸福，不是有人给你留言啊？还有喜欢的吗？我不认识他们哎，他们都不认识啊，一切都是从不认识开始。真的？那路上有人跟你那个搭讪吗？好像有艳遇哦，就是有、没有啊？他们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喜欢阿白，但他就很呛、他都不知道人家喜欢他，人家在追你追半天，你都不知道，你只以为啊他人很好，对不对？你这样是你有事呢，吼。我有事，对啊，所以是我自己有问题，对啊，怎么办？那你说你喜欢哪一种？我看感觉。不是，等一下我们现在是宝岛成大，不是我爱红娘吧？没有，哎、妈祖其实很希望你幸福、真的吗？真的。你怎么知道？我知道，我感应到。哦，有啦，我有觉得妈祖有一直在帮我在任何方面啦、对，感情我就感应不到了。那这段时间有人主动载你的，有没有让你载到怦然心动的那种？啊，主动载我就一个，所以你喜欢吗？还好，不是，他就是没有那个很特别，是因为我那时候已经走到那时候已经是早上走在清水的那一段的时候，我已经脚已经很痛了、所以我就走超慢，然后就坐在路边。然后我想说怎么办？我因为我朋友那时候没有回应我，对。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就慢慢走好了，我也不知道走去哪。然后旁边就有那个计程车，他就广播说有没有人要坐车？小姐，你要坐车吗？这样我说我要坐车，然后我就上去。真的。结果那个司机大哥，我们现场很多人是他的，我们的共同朋友。真假的？他说他是大甲医疗团的。就是也是庙会界的好朋友啦。真的哦。对啊。是，所以他就把你捡上车了。对。然后你们就成就了一段家园吗？是没有，人家好像是有家室哦，那就不要不要，千万不要当小三哦，小三真的很要求哦，对，不可以。制作单位帮你许的愿望，那你要走到出嫁，你现在从现在不要回家，你一直走到嫁到叫到那天，走到出家吧，写错了，出嫁，出嫁，出嫁，对，然后说明年再走一次哦。其实我原本就只是想要走走，为什么大家要帮我许愿呢？是冒险老师先开始的，是啊、哦，对。然后王志毅立刻加码，对，因为我就是很希望可以看到婚礼上有钢管秀，他没有秒差，但没有人愿意接受，所以我就硬要那个。在你的婚礼上有钢管秀、没有问题，我的婚礼就什么都可以加上去，可以可以，只是要等比较久一点啦。真的、好啊。那坐在这里还开心吗？哇，坐在这里你们好辛苦哦，坐在这里要一直讲话，是不是？对啊，你走在外面也是、也是一直讲话。对，我走在外面还会一直被说讲话讲话。对，但是你外面比较多东西讲，因为你会遇到很多好吃的，然后很可爱的人，对不对？对。那你看我们两个在这边都没有人，就是一直讲自己，一直讲，一直讲，是不是？像你刚刚一直讲这样子。还可以，好尴尬哦。现在我还有你们可以聊天，如果刚刚就真的不知道讲、那你现在想聊什么？你说。想聊什么？都可以啊。聊什么呢？我们现在 round down 是进行到哪里？没有 round down。你今天有去本达吗？我今天有啊。啊，你吃了什么？我跟你说，王志宇一直在呼唤你，帮他带麻吉回来。救你了，救你了！来，我们回顾一下那个进火当天的 VCR。我想要看，我想要看。一起来看哦。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接法、你会看到那个妈祖都是这样晃啊晃的，就很像在云上面飘这样，这样飘飘飘的这样。讲到小伟哥会突然有点感伤，是因为他今年在过年的时候，就在大年初四
然后就无预警的，就是离开了大家。对，佛祖去修行了啦。对，虽然他随着佛祖去修行了，但是今年的活动，我相信他应该还是不会缺席。我觉得他一定有来。他的朋友今年有帮他报名，然后有问他说你要自己走还是我们要带着你的背心跟帽子走，他说他要自己走。红超跑现在就在我们这边了，对。哦，瞬间来到我们后面了。对。然后我刚在讲那个故事的时候有一点抒情啊，不小心放慢了脚步这样。可以来留言，谢谢小伟封城这样。一个兄弟家拢排一个故事的啊，对，哦，排求生表求甲非常的虔诚，伊心肝内有啥物艰苦，啊，是讲伊啊，这个啊有身高病痛，哦，啊，所以伊有咧求生表的过程当中，啊，生表好有感觉，嗯，哦，人讲有求就必应。怪怪，所以哈，这别说什么，可能家己心理现象，家己的发挥，对阮行出平安，行出健康，行出快乐，行出幸福。我们每一个渔民家都是妈祖的人间病房，我们是进香团里面的一员，我们不是来看热闹的，把自己当是进香团队。你卡西里面都要有这样子的共识哈。请粉红色的瓦特，有机会啦哈，明年我们可能也来做一个粉红色的粉红超跑，这是我的计划，你讲，哎，拭目以待哈。好，感谢主持人哈，来在电视顶看你咧，啊，今晚你转股会哦。嘿，对，我探亲。爱搞补，爱搞补，感谢。灰干妈做不换灰，换灰嘛，也要跟他们交，对，要跟咱交班的人讲，对不对？哦，咱有人讲献花，吼，全讲献，我全讲咧做诗意来这边献花献个花，就是让你花开富贵嘛。哦，哎呦，好哦，这来了，有壮观嘛，漂亮哈。来，我们跟妈祖一定不要错过，就是我们的北港武德宫。哎，我们这间庙在这边哈，底还是有限管点边啦，哈，啊来到家，好，你看起咧，吼，都壮观，要比起是后边迄广天大道院有管哦，有，对，水噶，对。武德宫就是拜财神爷，真的很重要，拜完就会发财。学校，然后人，然后前面稻田。稻田，嘿，啊，另外全部的人就在这个稻田的那一边，哦，啊，绿油油，啊，另外在这边。就是还蛮特别的哈。那你要假设来告诫的所在是咱的园长国中的位哈，啊，就是也是一样，可能妈祖被教化民心呐，教化学生哈。是。祝福大家啦，考试也很辛苦，然后日常也是要好好那个精进自己在那个品德教育上面的品德教育，啊，再来就是中，哎，啊，学生个人的行为教育嘛，都很聪明，对啊，对啊，然后就很容易
这个看东看西，有来有去这样子。你看伊多些所在，好伊好，有可能是让这个武馆吼伫遮吼，干妈做不行累一下，发挥一下。嘿，对啊。好，咱这种西头吼，已经起码愈来愈少啦。哦。好，因为你要出这种店吼，已经非常无简单啦。因为你毕竟要多少人才可以煮一点煮一点这种松干，吼，啊是咱这个武馆的这个西店。嗯好、哦，啊，这挂音足侪拢是吼，拢是拢都是用鼓，拢是过来尔，有鼓的声音，啊，无的这种喇叭塞，对，哦，现在都是现代化的，哦，你看这边让学生表演他们的武术，吼、哦，啊，干妈做伯一个欢迎安。哎、欸，其实看到这个画面，不知道就在北台湾的大家，中南部的学校你会觉得弄卡短筋，你说那个地都比较大，它整个你看从、那個、一个从进门到进门进来，真的很远哎、欸。我们以前都一进来都还有那个有国户，对啊，还有公，还有圆环，而且圆环，哇，走过去教室还在里面这样子，对，然后在北台湾就寸土。来，我是都在发水，掉水的麻烦要挥挥手，好不好？好、哦，天气很炎热，一定要喝水。如果你身体已经不舒服，或者你有长辈年长者，拜托大家去我们附近的友工，好、哦，这边好休息，好、哦。附近的友工，大家都有提供空间让大家休息，好、哦，不要在这里造成身体的不舒服，哈、哦。啊，我担心我在那边不懂，你听不懂你在讲什么。我真的走到拜亭这里来，我真的走到拜亭这里来哈。喂，好，我现在走到拜亭这里来，我跟大家报告，等一下圣母回宫就是走我手指的这条路，所以麻烦大家，好、哦，不要再超过这两条红龙线，你中间一定要空出来。你现在不痛，你站在那里，圣母回来，你还是得要让开，哇！那你到时候再往后退，人家在那站很久，你不公平。所以我们等一下，如果你一直站在中间，我们只要时间允许，我们就把你引导，然后请你从这边离开走迷宫。哦，你在这里站一两个小时都难站，所以麻烦你就先站吧，好不好？来，阿美。展现情感，你有发现左右两侧的人潮已经开始渐渐一人一支纸花筒了。对。哇。大家都已经期待他。来，是我先喝了。我们赶快把我们的直播分享出去，我们历史性精彩的这一刻，赶快分享出去给你的亲朋好友看。其实，如果有哈一直锁定我们直播的话，有看到就是我们彭老师刚刚拍的偷拍画面的话，可以看到今年的这个今年的夹道欢迎人潮真的又更胜于以往了。整个就夹道欢迎的这个队伍啊，今天哦是从这个青山路的头提告给位，满满的这样子，哇！我们期待他们等一下那个高福建的热舞那种感觉。哎，就看到。对啊。哎，之前我都是在旁边看，今天跟你不一样，是在这一个现场，在现场。而且等一下那紫花哦出来的时候，应该都会落在我们头上。但是这是摇滚出金牌。我妈都不会过去。哦，妈怎么样？被冲起来了。对对对。哇，现在我们的队伍已经离我们的红龙越来越近了。今天不仅是头七，先欢迎头七。咱们头七，咱们今日欢迎来到咱们山头，现在上上边的呢，就马上。
来往后退一点，来往后退一点。来，深深吸一口气，深吸一口气，手机往后，手机往后。再靠不能吸哦，靠不能吸哦。因为你的手机，因为你的手机一直往前上面跑，滑到右腿，来麻烦嘞。后来用在手，后来用在手，用牙套机，用牙套机，用牙套机，怎么样？
Thank you.
看到我们从刚刚这边看到也跳了好几分钟了。对啊，我是看不法度了，以我这个年纪，我差不多两三分钟我都动不了哦。拍手！拍手！哇哇哇哇哇哇哇！我们直接来。Hello。来谁？请问一下，谁是师姐？大学姐。丽哦。大学姐。哎，两个在互相推脱，那我们就一起来哦。他年纪大，哦，你是年纪大，他是来比较久这样。哇，那你来几年？你们来几年？快要九年。快要九年哦。对，那你几年？八七八年。那差不多啦，刚配啦。
但是帮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你们是什么团体啊？新生代舞蹈团。所以你们平常跳的舞种大概是偏向什么样的舞种？民俗。民俗，所以民俗，我跟你讲，那个身段其实也是很重要的，是不是腰要挺很直啊？那个舞姿要优美，对不对？因为刚刚虽然是看到那个电音三太子，但是是我看过最优美的电音三太子，好不好？噔噔噔噔噔，好不好？那你们练多久了？这个为了这个表演。平常都在练，已经练到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在练。但是我平常也会出去表演。但是我跟你讲，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我眼前是一群小朋友，你们总不可能自己来吧？对啊。今天是谁带你们来的？团长。团长在哪里？团长呢？团长。Hello。哎，你好。那所以是你们每年都会带你们的舞团，然后一起来这边迎妈祖吗？对，我们都已经连续四年的时间了。那我们会在妈祖要进城的时候，我们会在这边摆摊，然后会就是做一些点心摊的一个开张，然后在出城的时候也会在这边做点心摊的一个开摊，让大家来享用这些我们麻豆，因为我们来自台南的麻豆。那我们呢就想说把我们麻豆啊在地的一些美食特色啊，我把它带过来，然后我们就把它带来这边分享给我们今天现场很多很多的香灯脚这样子。你们除了准备吃的之外，其实也会想准备这样的舞蹈。对，其实我们本身是舞蹈教师啊。对，那我们就是说家长啊，就全部都家长自发性，然后你说，白沙屯妈主要来北港啊，要回去白沙屯的话，那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做一点什么事情？那我们就想说，我们如果来发东西也不错。那如果说小朋友，我们又是舞蹈团，那如果小朋友也能够在这边做表演，然后也让他们有学习，付出的一个心力的话，那也很棒的。那团长平常也会跟着小朋友一起跳吗？这舞蹈是你编的吗？对，因为刚刚有看到那个三太子是我教的这样子。对。他希望他边走边找到幸福。我们阿白单身，他征婚。假如有善心人士愿意收留他，愿意收留。那如果你能够跟阿白成亲，我一定会颁匾额给你，上面会写“为民除害”。我们叫阿白啦，你在路上拜托。然后可以的话，麻烦把他带回家睡觉。对，没有那么快啊，交往看看。交往看看，我们阿白很可爱，麻烦大家多多收留他，谢谢。没有关系，我们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真的，对，那你愿意送那个匾额？啊，对，为民除害的匾额。我愿意送钢管秀。
大家好，今天来到这个关，请大家破天荒打破纪录，来参与那场盛大。
我们在现场呢，特别请到了这个云林至善，云林至善文化协会。好，我们请到我们的这个总干事张志伟哦，志伟哥来跟我们好好聊聊。我们刚刚跟建安到了这个拱天宫的这个妈祖前面，然后看到了这个颁赠了一个交趾头妈祖嘛。对。那其实呢，云林至善文化协会每年都为了白沙屯妈祖做了很多很多。志伟哥可不可以跟我们聊聊，就是当初我们这样发愿的初心是什么啊？建安好，子瑜好，哎，好久不见。是，那又是到了一年一度我们白沙屯妈祖进香的一个时间嘛。那这次的主要就是做交趾桃的一个部分呢，就是在于我们是北港的孩子，那总是想要说为妈祖的文化去发心发愿，然后将它就是妈祖的文化更扩大。好，让更宣扬，让更多人知道，甚至说扩及全世界这样。哇，所以呢，我们当初这个交趾桃妈祖也是因为就特别请大师，然后做这个交趾桃，然后要分享给大家嘛。是是是。对，那我们今年有特别，就是我们每年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然后都做了很多。那今年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跟大家分享？今年的话，我们还是一样是在高速公路那边有做一个大型的堤坝，那主要就是以人情味去做定调，做这次的一个进香的一个主题，人情味，对对对，体验进香之间的一个人情味，就是去体悟感受。那当天到北港的那天的时候，我们协会这边有特别设什么特别的摊位啊，招待这些游艇咖还是？有的，这次我们特别设立了两个服务的一个三角的服务区。那有提供，也是提供了饮料、餐点、烤寿桃，然后还有寿桃哦，对对对，很特别的烤寿桃，蛮特别，对，烤的，对对对，一般寿桃都是用蒸的嘛，对啊，然后烤的，这是对对是烤的，所以吃起来是像蛋糕哦，就像那个面包一样，口感像面包，但是内馅就是红豆馅，红豆沙这样，对，红豆沙，寿桃的馅，对对对对对，然后但是是烤的，对，特别哦，是土库特有的名产。原来如此，是土库的名产。对对对。然后刚刚有大家跟你聊一下，其实那个协会里面的大家也是日常的时候，就是各自在那个外地发展。对对。然后很有心，所以他现在成员大概多少？怎样的人才能进到你们的这个团队里面？只要是信仰妈祖、认同我们的理念，我们的理念就是公益性、自发性、义务性。只要是妈祖的信徒，我们都欢迎。那目前的一个信徒的一个会员人数大概是500位。哇，我们最远有到美国，美国有会员，所以不一定要云林人才可以参加。对对对对，美国也有会员，叫云林，香港也有会员。哦，是，所以大家都是发愿，都是妈祖的Inna，所以我们大家就一起来帮妈祖宣扬他的文化。对对对，我们都欢迎。是，那今年这个活动应该说妈祖的进香今天算是即将圆满完成，然后那个你们的交趾桃妈祖这个也完成了所有今年那个设计啊、颁证等等的这样的想法啊，明年呢？明年的话，现在这边你要代表协会这个做个什么那个预告吗？还是明年的话，就是我们只要是突破20万人，我们还是一样就是加码两尊的一个交趾桃，还有六顶粉红超跑神轿。那爆米花看起来好好吃哦，觉得饿啊。我们今天有特别摆什么较好吃的吗？有我们的那个行军小馒头。哦，那是什么了？你都一直讲都不拿来，什么行军小馒头？就是像是。现在它在哪里？在肚子里面。肚子里。好的，那这个。对，哥算你厉害。明年会再加码，然后再拿给我们主持人吃。对，其实我觉得协会很特别，因为协会呢，他们每年都会做很多不一样的，像我家里都有好多他们的相关伴手礼，就是节缘品。他有之前有做一个那个小提袋，小提袋，对，然后还有那种小小的那种，像小有点像是那种护身符那样子的。你看我是不是真的都带回家了？我们的铁粉，铁粉，对对，所以其实有很多很可爱的东西。可爱哎，对，对啊，那我们今年的结缘品是什么？我们有我们的一个平安提袋，有黄色跟橘色两种，都代表白沙屯的颜色。对，我其实觉得他们做的都非常实用，都是你自己每天以后日常都可以带出去，就很像妈祖在你身边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初，就是我们的想法，就是将文化融入生活。
对，真的非常谢谢志伟哥来我们分享哦。那当然呢，这个云林至善文化协会每年都做很多，明年哦这个加码，希望大家运气好一点，可以把那个娇子桃妈祖给冲回家。啊、认真来报名，然后他们会在那个人数到了一个状态之后就加码礼物。对对对，我们希望就是将这个参与的人数往上冲高这样子，是，对 对, 對，宣扬让大家更多人知道认同。哇耶！谢谢志伟哥，谢谢志伟哥跟我们聊天。我们再看现场最新的画面。梦花开，像你的面容遐呢美，相偎在咱起床彼一日，不惊风吹落雨滴，雨水嘛无打紧，期待。我是大宝。我先问一下，刚刚要开场前，你马上把我推来这边是什么意思？因为我觉得妈祖婆回来白沙屯以后，所有的一切都会变得很 casual。这都是安排好的吧？不是安排好了，因为漫漫长路从北港一路回到白沙屯，那是一个急行军，那是有任务的。但是回来白沙屯之后，自己的地方就是开心。欢喜就好。对，所以现在呢，全白沙屯所有的神明都出来接驾，全部的神明都很开心。哦、对，所以因为现在我们回到了白沙屯，现在这个状况是你可以感受到，就是不只是翁牙公啊，还是说地君，还是尊龙，全部都来。然后刚刚我们就是中午休息的时候吃饭的时间，我们现在的位置就在。传说中不能说出位置的地方，幸福大哥的家。对，幸福大哥的家。因为刚刚我们也跟头七组的有进行一个仪式吗？不是仪式，彼此加油打气。但是现在我有点紧张的点在哪里，你知道吗？来，你脸超红，你好好讲。不是红的问题，我们本来以为就是这一段就是轻轻松松的直播，告诉大家现在我们在吃什么喝什么就好。等一下，我很轻松啊。我超轻松的，是有人很紧张啊！你自己解释。因为进北沙屯天地宫，守护大王，库户吉王，全部拢来、哦。阿伯，阿伯来。牛户三王，四王的庙来，蔡户五王拢在家，有一点紧张。而且你自己讲，刚刚是什么情况？二王也进来了。我觉得那是有一种近乡情怯，近乡情怯。明明说好的就是我们就是记录今年就回来的开心的画面，结果翁牙公就来了。在你刚刚还在轻松聊天的时候，翁牙公就来了，而且他们一直说翁牙公来了，你还说不会吧，不会进来吧？殊不知他要来找你吧？有一点冒冷汗。对，我看得出来你很紧张，因为。翁牙公这两三年来教我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礼节啊，最基本的，很基本啊。对，就对于长辈的该尊敬的，长幼有序这件事情，这是翁牙公教我的第一件事情。所以他突然间来了，我就不敢乱讲话了。那我想知道，你平常就是个很懂礼节的人，那你为什么那么紧张？他不过就是来看你而已啊。我平常不是一个懂礼节的人啊。你是个有礼貌的人，长幼有序啊！完蛋了，喝酒醉了。我一直很紧张，真的很紧张，真的很紧张。因为我一直想说，秋二王来，你应该很快乐、很开心，你怎么突然变了另外一个人了？一方面是开心，就是翁牙公就是跟我们会合了，但另外一面会紧张，因为翁牙公教我的就一件事，我说礼节嘛，就是礼节是什么？不管是出发的时候，还是回銮的时候，对。你要知道今天我们是为何而来，对，今天所有人是因为妈祖婆被回銮而来，所以才能够聚集在这里，是，所以才有这么多的蹦达，这么多开心的事情。但是不要忘记
今天是妈祖婆回銮的日子，所以我就立正站好。好，我们就好好的把这边都介绍完，把该做的任务都好好做完。但是很重要一点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位置在幸福妈妈家，这里就是白沙屯车站前面这一条美食街。这一条往年永远都是吃喝，哎，没有玩乐。我们也可以玩得很开心啊，玩乐、啊。吃喝最丰富的地方。对。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传统上我们在进香的时候有很多香灯会驾虎，对不对？但是回来白沙屯之后，这边是真来人，真来人要敬献给妈祖婆，敬献给所有香灯卡是不一样的气氛。对，我带你们看看什么叫做在地白沙屯人献给妈祖婆的那个，跟路上的气氛是不一样的。来，我们就随行，但是随行。时间到，咱就行，行好，行行行来请哦。带你们看看真正白沙屯人怎么迎接妈祖婆的。先跟王亚光说拜拜。我很怕被王亚光打。我们先过去啦。请过。来，对咱行。你好，你好，你好。谢谢，谢谢。辛苦啊！小心哦，小心哦。一路上都是好吃的美食小吃，这些都是大家自发性的，因为送给大家。沿路上会在路途上准备点心摊还是凉水摊的，是为了妈祖婆而发心去还愿的。对。但是回来白沙屯不一样哦。怎么说？因为白沙屯在地的所有的人会觉得说，啊，这是我要代表妈祖婆迎接所有的。有点卡来，算是欢迎大家来到这里，然后我们来请大家吃一顿好料的。沿途的路上是我们为了妈祖婆奉献，帮有点卡补充体力。但是回来的时候不一样了，回来的时候所有的在地啦，在灯哎，他们是觉得说，欢迎你来到白沙屯，欢迎你们来到这块美好的地方，很嗨很嗨，一起迎接妈祖回銮。所以。现在我们意义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啊！因为你原本在路上走的时候是说啊，我今年要为妈祖婆付出，我谢谢妈祖婆保佑我。对，然后你就会觉得说我要准备凉水，还是说午餐？对，晚餐？对，那是我对妈祖婆的还愿，感谢。但是对于白沙屯而言，那个不是还愿，比较像欢迎。对，一年一度欢迎妈祖婆回来。好，来来来，我们要走这条，往这边。因为这条路有很特别的事情哦，我来看看什么特别的事情。你不知道吗？我现在就是要当一个客人，让柯大宝带我来看看。我现在是客人哦。但是你要调整一件心态哦。好，我们现在已经进来北沙屯奔征啊。北沙屯奔征的时候，所有人准备的一切心态是，我是白沙屯人，我迎接妈祖婆回家之外，所有的香灯卡我一定照顾你。对，我们来看看，还有互相照顾啦。好，来哦，这里哦，粉红超跑凤山粉丝团，哇 ，Hello，Hello， 哇，我们在炸那个哎地瓜薯条哎，甘梅薯条哎，你最爱吃地瓜球了吧？我喜欢，我今天路上都好想买。拍照吗？厉害厉害，快快拍一张。厉害厉害厉害！快快哦，全国十万人在看你跟我们合照，耶、yeah. ！再一张，再一张。好，谢谢。好，谢谢。好，我们继续行，继续行， yeah. 来看。拍一张。好。快的。完蛋了。好，谢谢。大宝要停不了了。真甜，还有一张。还有。好。进香的过程中是任务。是。我们千里迢迢把香火取回来，对，回来家里面了就是什么，你知道吗？哎 ，party， 我们要来开趴了。Party， 路上的这些人就是要回来这里开 party 的感觉。我在想，这里应该会遇到我们之前认识的好朋友。哎，其实我们是不是这几年来参与白沙屯这个进香认识的超多？是，真的。那你会慢慢发现说，如果说我把你认定为白沙屯奔征郎的时候，
那就是无所顾忌，对，无所保留，就是自己人了啊，无所保留就是所有的，只要你今天是妈祖婆的囡啊，我们都是一份子，我们都是自己人。你要吃、要啉、要休困、要创啥，全部拢 OK。别客气，你讲就对啊。哇，这个真的很有寓意耶。好，我们现在要走到台阶，因为陶皮，陶皮在前面吗？陶皮吗？我们来找一下好了。现在我们回到台一省道上，最热闹的这一条。有一点严肃，对，有一点严肃，因为现在众秀已经开片了。然后麻烦台下各位，所以。真甜哦！你们用心被接搞，用心被接搞。现在我们的位置就在台一线整道上。现在咱在场的吼，所有的顶头拢来接搞，所有的神明都来。而且陶笛就在我们的旁边。陶笛吗？哦，我觉得今年的降手有点帅。去年有吗？我教你一个看观降手演出的一个美感。来，你教全部的神粉看。来来来来，观降手。要怎么跳得好看，有一个关键的文化中将，中将，中将好看，这个厉害。因为观众秀哈，通常出来接驾就是三五七。哦，咱的众秀要去接跑皮啊，众秀要接跑皮啊。我现在头皮对啊，在后边吗？啊，就是这拍照，啊，去接头皮。好。所以我就说，我们看观将手就是看最中间的那一个。好，中枪。中枪迄个。因为那个。然后下体的动作啦，或者是说一些。摆正的方式好看，整个就会是好看的。对，画中枪的来。欢迎呢！啊，我们现在有神粉，我们即将要迎接妈祖婆回銮了，赶快赶快把我们直播分享起来，冲出去！好，阿伯，咱等你嘛，吹，带大家去找头旗好了，好不好？赶快帮我们把直播分享起来，可以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把你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全部揪过来看。因为呢，我们这次白沙屯妈祖进香九天八夜已经要迎来最后的最终高潮，赶快分享起来！有分享的说一声，让我们知道。小编吹起来，小编就交给你了，赶快！我们趁现在，在我们妈祖还没有正式回銮的时候，赶快把直播分享起来，分享出去，多多分享出去，也可以把连结分享到你的 LINE。
你的群组，或是分享到你的 Facebook 都可以，请帮我们分享起来，谢谢大家。因为他拿的太多了，不要选择。那现在呢，我们待会准备要带各位去找头旗啦，我们待会就带着各位从头旗的视角一路回到我们白沙屯拱天宫。五分享五分比哦，谢谢大家，有分享的还有，谢谢谢谢小月，谢谢小轩，谢谢你们的分享，赶快分享给你们亲朋好友。从现在开始就是那个，要吗？来，来对我走，带各位神粉来去找头旗的身影。我就对着头旗走，行行行行行，我们去找头旗。现在这个时间点，中午也休息一段时间，准备要起驾回宫，有一个最重要的角色一定要找到。我猜猜。你猜什么？有一个人很需要的宝贝啊。啊？你像是内行的，因为宝贝啊呢，它只有在回宫的时候也会出现。但是我们现在要去找陶吉。我们哎，可是我们去找陶吉的路上，应该会先看到宝贝啊。那我就听懂意思了，因为大家去找。宝贝啊，手上有三样法宝。如果线上的大家知道宝贝啊手上的三样法宝是什么，留言起来。其中一样是真田最需要的，不是我啦，叫做姻缘线。是说要帮阿白拿几个啦？又阿白。阿白啦，来，宝贝啊，三样法宝，第一样是姻缘线，另外两样是什么？留言告诉我们。我们去找宝贝啊。你看是不是有一个法宝阿白白好需要哦？你也是需要啊。我不用，我们先替阿白加油加油。你不用的意思是你有对象了吗？不是啊，我现在没有那么急啊。哎呦，没有那么急啊。我们去找宝贝啊。好啊，去找宝贝啊。我记得去年的时候。现在的宝贝已经有爆马组，哎，一整组的吗？整组人，怎么会是一整组？因为陆陆续续大家想要帮宝贝付出，一起帮他服务，所以会一起帮忙，从一个人变成一整组，然后会轮流，就像你有经纪人一样。来往前，好，你看，你看，你看，浅显易懂啊，超满，超满，超满。来，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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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一收。我们来看一下，拍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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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啊，三大法宝有没有知道是哪三样？第一样是姻缘线，另外两样是什么？我来看看，我亲自来看看是哪三样法宝，好不好？有，那很厉害。亲自来看看。爆马主爆，哎。马主来了。哎哎哎哎哎。不尬了吧？来，时间到，咱就行行行。为心所爱的人，求一条线。叫阿白白啊啦！不是为阿白，是为你。帮我求。我们刚刚是说，时间到，咱就行。为心所爱的人，求姻缘线。所以我是心所爱的人吗？你不是心所爱，你是要求姻缘线的人。好啦，不然我跟阿白就求啦，好不好？在我旁边的就是宝贝啊，宝贝啊，那我看一下，有人说三样法宝是红线、平安饼跟平安酒，正确吗？没错，正确，噔噔噔噔，没有奖品，但是你很棒，自己也要哦。哎，好了，不然这样子啊，我们神粉大团队有谁要，都赶快先报上名字啊，我们全部来一起求。在于我们整个直播任务里面有一个不成文规定，什么样的规定？麦克风在谁身上，谁最大？在我身上啊，我最大，来刷一波，要红线的刷一波，刷一波，志玉姐，啊，拜拜，啊，拜拜，真甜，好，桃花朵朵开，
俊逸，还有文化组的俊逸。你这样子，你这样不行，俊逸先结婚。结婚了。对。谁给我这个消息的？是谁？没有，因为我们的耳机里面都听到一些不实讯息。对呀、啊。有人说真田已经嫁了。有人说真田刚分手。我们决定重新来过。那我到底要好？我为了要证明我的清白，我求红线，我拿可以了吧？来，你自己跟波贝拉说你要什么用讲的。啊，大家在排队呢，我是不是要去排啊？我是用饼的啦，我说用饼的。我先订工吼。用饼的。蛋的吼。没有，不要看他，看波贝拉，这样饼才会成功。是我一条。来，重新来。来，我直接去排队。你要排队。照顺序来哦。关于姻缘这件事情，波贝亚的神力有一点太过凶狠，因为我记得前年的时候，波贝亚说：“你别再来跟我翕吧，太多人都接在后面，真的很厉害。”哦，真田了，真田，你自己求。我要摆超，我要摆超，我要摆超。不用摆超了，你用求的。我想要一条姻缘线。请波贝亚赐我一条好姻缘。好姻缘。好姻缘。两条姻缘线。你不要两条啦，咱得冤家啦。谢谢。咱得冤家啦。三条啊。四条了哈。但是我们这边要借我们三十秒的时间，波贝亚三样法宝是什么？第一姻缘线，第二平安饼，第三是什么？第三了。哎。第三是内行人才会知道的。因为一般就是求平安，平安红线，平安饼，但是有一样是你如果真正需要的，才有这个九，我们就不要说出来。三样法宝，第一样是红线，第二是平安饼，第三样我们就不要说出来。你们知道就好了。哎，对，真正需要的人再来，比如说真田。我真的觉得我们大宝是多想把我嫁出去。你注意啊，你的代志有跟我无关，不是我的代志，宝贝的代志。有跟我关，妈做代志。好，妈做代志。好，来，真田，自己跟宝贝要求，你自己跟宝贝要求。谢谢，谢谢，谢谢宝贝要赐我好姻缘，赐我红线，谢谢赐我平安饼。跟妈祖拜一下，跟他讲一下。对对。谢谢。哎，阿蒋说要做什么就什么。好，把我的条件全部列出来。谢谢，宝贝啊！后面的小朋友，好。哦，我们要过来啊！所以你们知道宝贝的三样法宝，要记得来找宝贝。谢谢宝贝。谢谢。今麦呀，今麦咱已经有宝贝做啊。嘿，贵州的啦。对，贵州的。在边啊帮忙啦。对。哇。哎。哇，谢谢。谢谢。我要三条线。你要三条线。兄弟要。我饼干，三条线呐。为你所求，妈祖婆应允的，因为我们的交通组大帅他已经走全程了。你留一个。辛苦了，谢谢。辛苦了，辛苦大帅了。这个跟需要的人结缘，需要的人，那谢谢波贝啊。啊，你来看家啦，因为宝贝啊，他是花了十多年的时间，为了还给妈祖婆，所以呢，如果你知道的话，宝贝啊，三样法宝，有红线，有平安饼，还有平安酒。如果你需要的话，这里有真正的法宝，它只有妈祖婆回銮的时候会出来迎接。好，谢谢。我们就不打扰你了。好，谢谢。因为你遐排队已经排伤长啊。你找头前好啊，好不好？摆到那边去啊！哦，两对摆啊啦。安尼，头前之后就袂使摆啊，即摆就是摆，会用。安尼，咱就莫甲你交掉啊！谢谢，感谢宝贝啊！谢谢，谢谢，谢谢。每年就看到你们。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约好的，每年这个时候都会回来。时间到，咱就行。你心所爱的人，可有一个？谢谢，谢谢宝贝啊！你知道温馨的事情就是，妈祖婆是顾所有事情的。对。但是像你这种嫁不出去的，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我永远会得妈祖佛疼，所以我没有关系，总有一天会让我嫁出去的。总有一天。好事不要急。然后现在在我旁边的竟然就是36件书。36只是辛苦了。辛苦了，哎，要拍一下，要拍一下，要拍一下，辛苦了，所有的36件书。班长在哪里？啊，班长。其实最辛苦的就是36件书的班长。没有没有，大家都辛苦了，大家都辛苦了。因为36只是。他是妈祖婆的尬件，可是我们往北港进香这件事，到底我们36只是要进行哪些任务？现场有些人很不知道呢，很不知道，他们不太了解。对啊，其实就是帮妈祖开路，就是在前面帮忙开整条路这样。对，讲起来很简单，但是今年有18万人，是，所以你也是要照开路，也是要照开路。那今天的圣公登来北沙墩啊，啊，咱主。错话跟八竿要回答。嗯，你觉得最辛苦的事情在哪里？其实也没有到说很辛苦，哎，最辛苦的都是大家，必须晒个太阳。对，大家都这样跟着走全程。对，哎，没有，我们是不走全程的。对，我们是都是在北港集合。对，然后再换叫秋茂园集合。对，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的白沙屯的妈祖的那个线路是不固定的，对，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全程跟着走，我们只能跟着走的就是固定的路线。哦，就知道要走哪一个路线。对，就是到北城固定的路线回来，哎，换轿之后固定的路线。进北港。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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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就是说，因为妈祖婆我们一开始有讲了，一点头旗，一面锣，一点桥，数十万人相随。是，但是妈祖婆嫁进千孙36件书怎么办呢？我们就是也会找到一个变通的方式。嗯，对。我们进北港的时候，我们就迎接妈祖婆。对。然后到回来白沙屯的时候，也会出来迎接妈祖婆回去。哎，可是要什么样的条件才有办法说参与这个36只事啊？其实呢，在以前呢，大部分的人都是会去问，会回去问那圣母适不适合这样，可不可以？对，原则上都是这样子，我们的以前的习俗啦，就是要拔杯，对，拔杯去问一下这样子。意思就是说我有兴趣，我就来问问看。对，那如果妈祖同意，我就可以来参加。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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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一切这就是好玩的，不管是让三打接出来，所有的人员都要问过妈祖婆。对，以前我们的习俗是这样。我今年要替妈祖婆行啊，我你得给我安排一下。所以今年是你在这个三甲就是第几年？第8年。哇！8年了耶！所以你也见，但是我不是最资深的，我们最资深的还有我们的大姐，来来来，我们的大姐，来来来来来，我们大姐。哎呀，你跟着妈祖婆做三甲就属几年了？16年。16年了。所以你亲眼见证16年前到今天，然后大姐板丢马见证8年前到今天，妈祖婆跟着她身边的人是怎么样变的？如果说给你一次机会，还要跟着妈祖婆一起走吗？当然了。哦，我是诚心诚意跟她的约定。16年，继续。你是哪里人？在地通宵人。一辈子的约定了。所以来镜头给这些姐姐们掌声，辛苦了36件书，每一个人都是跟妈祖婆有过约定的人。我是真的自己诚心跟她约定，我这辈子无条件跟她走，只求平安，不是今年，是这辈子。真的，谢谢你，谢谢，辛苦了妈祖婆，也保庇你平安，谢谢谢谢。妈祖要我做，我尽力为她而做。妈祖要你做，我就尽力而做，这个是所有的人共同的心态。辛苦你了，谢谢，谢谢，也谢谢班长，谢谢，谢谢，谢谢。所以再一次线上刷一波，谢谢36只事，感谢你，谢谢大家。哦，我后边就是丁仪啦，我们再去看后面，丁仪要出发喽。辛苦大家了，辛苦喽，谢谢，谢谢。自从中午吃饱，哎，好，来，我们现在要继续往后走，我们继续去找丁乙哈，我们带各位去找丁乙。
因为经过了一个中午的休息，对，妈祖婆准备被起架，被回銮了。但是呢，妈祖婆回来到白沙屯之后，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说，咱白沙屯五文宫，白沙屯五文宫，咱的法主公，他会用他的方式，举行杠杆，坐在丁椅。来迎接妈祖婆，陪着妈祖婆一起回去。我们先去找化珠公，这个也是每一年都会有的。对啊，去找化珠公，化珠公也是每一年都陪妈祖婆。找化珠公，找化珠公，化珠公，化珠公。来，恭喜你哦，来哦。哦。线上的所有香灯卡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如果你是香灯卡，代表是妈祖婆的卡兰。你既然是卡兰，有一个指挥官，你绝对不能忘记，就是香灯卡的指挥官，千万不要忘记了。漫漫长路，不管你今天是轻松走还是严肃走，你走到这里要跟大家结缘还是什么，记得头巾是长官，要来拜一下。所以我们现在遇到的刷壁妈的头巾，打个招呼。对，刷一波，谢谢刷壁妈，谢谢刷壁妈，谢谢大家了。头巾一下，来继续 Lucky， 我们去找翁牙公。花珠公，走，丁乙 ，Go Go Go！ 真的哦，因为很多人会忘记要跟头旗禀报，你知道 key 背搂背也是要跟妈祖婆跟头旗禀报的。我知道啊，像你就是只要看到头旗都会跟他禀报一下，然后拍个照。当然要啊！我有发现到这件事情，因为他是我的长官。对，长幼有序嘛，你有讲过这件事情。路上在行军的时候，他就军令如山。哎，救命啊！中央了，咱今仔日吼，这个妈祖婆回銮，啊有记录一挂新的故事，感谢中央，一直甲咱发过，啊嘛感谢中央，爱去所有的侨班兄弟对咱这个拍摄的协助，感谢中央，啊这个妹妹，她需要加持一下头脑的部分，现在中央帮真平加持。严格来说，你仲牙甲阮杨公算是兄弟，我叫阿伯，对吧？我应该叫阿伯吧？叫我啊，省条我叫阿伯。对。你不要以为仲牙都是武将在兄弟，他其实。教王爷的缘分也是蛮深的，谢谢教王爷。真田要扛教王爷，哦。出乎意料哎，女生考教王爷，你要撑住哦。我教你一个诀窍，顺势而为。我没有给你保证那个。谢谢，谢谢。哦，真田加油！哦，还有，哎呀，考试马上来了。哇，莫假跑啦，假跑真田吓死啦！但是有没有叫你啊？没叫耍兵哦，耍兵妈来啊，耍兵妈来啊！哇，真田现在在叫王爷酒店。哇，今麦耍兵叫呼王爷，再叫不然来耍兵妈做登来啊！哇，这就是姐弟情，原来耍兵妈做嘞。
除了讲看顾大家以外，在咱本庄嘛是由着咱教父王爷看顾大家。谢谢山边妈。有人看到真田吗？你怎么扛个叫都不见了？我刚差点被甩出去啊！可是你刚刚扛叫，怎么突然间又换人了？因为我扛完过去，然后三边妈过来之后，他们说赶快先换，哎，小姐。突然间炮都点起来了，真的，一切都太过突然了吧，我有点措手不及，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我刚刚就扛，然后那个三边妈祖就来了，他们说来，换，我就又被换掉了，就是这么的措手不及啊。所以你刚刚扛轿是你第一次扛轿王爷？第一次啊，因为我跟你讲，我从来没有想过王爷轿可以让我扛啊，没有想过这件事，而且我印象中王爷轿都是比较凶狠的，所以我很怕，又被刚刚差点要被他甩出去了。哦，别，来，好呀，过来，不会了，谢谢，太欢迎，咱恭迎咱金火爷会。永牙，你好，所以我觉得好玩的事情就是在我们路上很多突发状况哎。哦，好，我们去找丁乙好不好？因为你知道，就是说，因为妈祖婆在那个瓦杯跨机的时候就已经有定了，他决定2:35要入庙，但是他现在已经回到白沙屯了，所以现在时间1:00到2:00，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还也许还有一些故事，可能路上还会发生一些有趣的突发状况，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还有谁也会来叫打妈祖婆，走，搞不好王爷公也会来，就丁欧文公，哇，我看到丁乙，我看到丁乙，丁乙，丁乙啊，丁乙啊，他们是打在一起，黄文公嘛，就即摆丁乙嘛拢跟起来拢上镜啊。但是现在在行桥，还在行桥。行桥是什么意思？因为在白沙屯有一个习俗，就是所有白沙屯的轿子都会用行桥的形式来决定神明要往哪边出发，或是哪边行进。哪个方向？对，所以现在呢，你会听到那个马头锣的声音，就是在行桥，准备在辨识方向的。对，比如说都骂，其实在路上呢，会选择方式，也都是有靠那一面锣。对，就是用行桥的方式，所以回来之后，你可以看到所有的王爷公或者是地君，全部也是用这个方式在进行。但是妈祖公也是在行桥啊嘛。但是他会往哪一边去，不知道。好，我们来期待一下。但是我听到一首很好听的歌。我觉得我可以在这边 cue 一个大合唱，我听到喇叭在那边。我们要去吗？副歌大合唱哦，大合唱哦，大合唱。时间到，咱就行，为心所爱的人付出一挂，沿路我爸的感谢，为伊留一滴汗。时间到，咱就行，为心所爱的人付出一挂，永远是妈祖的囡仔，予伊小命命，咱继续行。掌声！妈祖，我们要回家了，谢谢，加油，加油！讲讲，咱五分钟，我也干嘛尴尬？那个小王讲，我两顶轿子在这里，我也讲来啊。所以今麦是对几尊王爷公？五分钟七大顺。七大顺，所以是七大顺祝福吗？还未唔知，还不知道。现在是北沙屯五分钟七大顺先尴尬。对几位公唔知？对。王爷公尴尬。
崖峰往反方向走了。要去迎接白沙屯妈祖吧，然后一起去。又没有在那一边呢、啊。先去找妈祖吧。快点啊！赶快跟上。哦。我从这边绕过去。我来问看卖，白沙屯五分钟，即马今年来接个来七台车，快九个牙公。我们往前走一下。大桥甲青春已经去，哎，王爷哥跑去哪里了？前面在妈祖教前面，哦，赶快找起来。那个。看到了吗？哎，真的。这是你的，我赶快对。刷，秀出藤的横竖同呼藤林说，秀出藤能从你说，横竖藤的冲刷这么多间的庙，这么多的神明，刷一个原则，刷礼节，礼节最重要，要先来打招呼，藤林说只要是妈祖婆出发，就是以妈祖婆为主。我后面要做什么事情，没关系，我们先跟妈祖婆致意之后再来继续。就连回銮也是，我来接妈祖婆，也是先来跟妈祖婆打个招呼。对，我要去赐福也好，还是做什么事情也好，都是先跟妈祖婆致意。好。哇，这就是咱白沙屯五分钟的定义啊！等下王阿公一根杠杆，他就坐上坐在上面，然后一起回去这样。越来越进入到紧张的时刻了，最高潮的时候，地上满满的炮，表示什么？表示妈祖婆被回了。其实蛮嗨的，我做人好快乐哦。但是在王阿公打招呼的期间，我觉得。我们身为一个天湖电咖，要找到天湖电咖的主管。对，主管，你刚刚说主管，我想想，头旗对不对？天湖电咖的主管就是陶皮，我们来去找头旗，走。秀珠珠，藤梨树，香珠藤梨树，珠花藤梨树，藤出藤中，刷。开彩哦，开彩哦，刷，刷。
可以看到这个是这个五云宫的一个机身哦，现在已经是这个滑起来。嗯，然后呢，他现在准备呢，待会要上丁乙去恭迎白沙屯妈祖。你也请君毅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五云宫他们独有的机身，对不对？现在这个画面上看到的这一位是五云宫的机身。那其实这几年天德宫他也有训练新机，然后天德宫的当机是女生，然后五云宫这边的当机是男生。那其实这几年，其实白沙屯妈祖如果有需要到当机的时候，可能都会请到五云宫的当机来帮忙。对，就应该是说请五云宫的王爷来帮忙。那像比如说前几年我们那时候疫情正严重的时候，我们有办除瘟法会嘛，那时候有一些就会需要王爷一起。好，来让这件事情圆满，那个时候就有再请到五云宫这边协助。所以这个王爷其实跟白沙屯妈祖是关系非常好的，对啊，因为其实我们以拱天宫为核心嘛，那其实无论是五云宫还是天德宫，其实跟拱天宫的关系都非常密切。像以委员会来说，其实像是拱天宫的委员会的委员成员有一些也会带有，比如说天德宫的委员身份，或者是五云宫的委员身份。嗯，那像今年的拱天宫的炉主，我们说炉主是妈祖婆选的嘛，今年的拱天宫炉主妈祖婆选到的就是现在的五云宫的主委。哦。所以其实大家都是好朋友哎，对，大家都是好朋友，就是地方的关系很紧密啦。对，就是其实基本上白沙屯妈祖进香这个信仰的决定权，大部分都还是在地方的手上，所以这也就是大家看到的，它还是相对朴实的一些呈现。那当然，它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情况，就是因为白沙屯这个生态，这个所在就是一个征讨，所以他其实有的时候难以消化大量的外来人潮。对，就像我刚刚去车站那边看一下，我光是要从车站挤到这边，至少就要挤40到50分钟。哇，这么久！对，平常这样走过来，平常走那样走，其实大概10到20分钟就可以，最慢你边走边逛，差不多20分钟就走得到了。是，对啊。今天大家全部人都涌入这个地方，准备要恭迎这个我们的那个妈祖回到拱天宫，所以说特别的那个踊跃，然后看到人山人海。那待会好像时间也即将到那个妈祖要起驾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看今年回宫入庙的时间。今年回宫那时候妈祖婆看的时间是2:35要回宫。对，那这个时间也差不多要进来了，所以我刚刚也在跟智宇主播说，我光从庙挤回来大概挤了快1小时，那妈祖婆还不起驾的话，会不会塞住还是怎样？后来想，哎，唔对，伊是妈祖婆，咱个女巫伊可以过，所以她应该就是可以比较快的来，我们自己人走是挤不进来的。这个是目前我们看到了，现在呢正是在让很多的这个信徒在弄给我卡。对，现在是三边妈的神教，三边妈这边还是在让信徒弄给我卡。来，先卡起。哇，这个丁仪，这就是那个丁仪要出动，等一下要坐上去那个王爷的机身，然后他就会帮那个我们的妈祖婆回到拱天宫，就应该说就是开路的那个。就是等于是在前，就是前锋这样子。前锋是。然后这个广场转起来了，所以感觉上来说就是我们的那个，哦，这边是我们的三边妈祖婆的那个神教。现在这个行进速度突然间有个那个在加速的感觉，对，蛮猛的。因为其实妈祖婆经的时间，咱袂当甲牵着，对，我们不能耽误他选的时间，所以其实都还是会在表定时间，他选什么时间，我们就什么时间回到拱天宫。是。所以应该这边这位在地的大家，还有就是香灯脚啊或信众啊，也会知道这个时间的重要，对，互相配合一下。所以现场的朋友们可能要麻烦你们尽量就是让一下，不要挡到主要的动线。现在看到，其实外面现在天气是蛮热的，但还好是有风的状态。但是风大的时候，其实转凉伞相对就会比较吃力一点。是。
后刚刚那个举阳伞的人先往前走几步，感觉就是因为这个鞭炮看起来那个阵仗也是蛮盛大的，所以他可能要稍微让自己这个保护自己。对，好，这个鞭炮这个红地毯已经这个算是释放完毕，然后这个妈祖的神像哦也已经正式的这个启程了。还是会建议大家，你现在如果还没有到拱天宫的，可能考虑就是先不要挤进来了。对，因为现在庙刚刚看了一下，庙里面还有庙前，其实人潮已经逐渐聚集。那人多的时候，天气又热，其实相对来说空气就会比较不流通，还是要照顾自己啦。虽然都已经到回宫这一天了嘛，还是要保重自己。看到头旗跟香弹已经那个慢慢在靠近当中了，对吧？属于寺庙，我们这边庙方就开始准备拜天公，还有大家的部分，那个要请君来跟我们讲。对，等一下进庙以后，你就看它，就是入庙之后会有一段时间哈，然后场就是庙前就会开始整理一个空间，准备拜天公去选下一任的炉主跟桃哥。千辛万苦，追到头旗了！哇，原来我们被海放这么多，因为刚刚路上太多突发状况，我们还来不及反应，我们就被海放了。而且刚刚因为那些吃吃喝喝有点太过开心，差一点点就忘记我们今年进香最重要的目的——追头旗。不是头旗，是我们的香打。对，因为所有的头旗州。香大洲护送的，我们为北港朝天宫看到火的香大，对，这个才是整个进香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这个香火扛回来啊。对，扛回来。好，前面没有的，休息。休息一下。你知道？我们刚跑那一段路，完成了一个很厉害的梦想。追头旗马拉松？不是追头旗。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走到牌楼了，耶！回家！快点！终于，跟上，漫漫长路。贵宝拜老啊！我们准备回宫。我们回到白沙屯拱天宫了。趁现在休息一下。你先讲一下，我先休息一下。我跟你说，我没有想到我今天会被拉着跑这一段路，因为我们其实有收到任务。
务说，哎，我们要来去找头旗，要带着大家去找头旗。啊，找着找着，我们又被拉下来了。要么就是有食物，要么就是有生命要加持。哇，要么是哦，那个提醒跑去哪里了？我们就很手忙脚乱。后来发现头旗还放我们太远了，太远了。突然之间，所有故事都发生了。所以线上的大家，白沙屯嘛，往北港进乡最后一里路，分享起来，分享出去，加小宝笑牙，好，我们进牌楼就要直奔白沙屯江天桥。接下来有一个特别的任务，咱头旗要入庙，一定要是要跑过去的，一定要跑过去的。现在我们刚过牌楼，你知道牌楼到铁之路这段时间是什么时间吗？什么时间？调整呼吸的时间。我们要调整呼吸，因为等一下就要冲了。冲啊！对。好，继续走，继续走，继续走。动没有？往旁边靠，往旁边靠，旁边来了。塞住了，塞住了，塞住了。很出席，咱的头旗拄过咱白沙屯江天宫的牌楼哦。就是讲哦，过无外久，阮妈祖就要回来啊。最后一里路了，加油！过了牌楼就是自己家了，回家了，终于到了。哇，现场真的是好期待哦！继续去，大家都完成了，对，辛苦的完成了。很不容易啊，真的。好，那我们就继续跟着往前走。刷一波，谢谢大九州，因为他们整路没得换呢。辛苦呢。前一天晚上就一直跟完了这个任务。这个真的是相当艰难的任务。辛苦啊，谢谢谢谢。好，目前的现场状况，我们看到的是头旗已经过牌楼了。那刚刚就是现场哈，扛轿子就金马跟给我是咱的头家，好，咱的大轿子还是有两位大哥在旁边，但是他们的任务已经没有在扛轿，他们其实是画面上看到的到顺头看尾安尼。看到现在是拱天宫的牌楼，对，现在是拱天宫的牌楼。对，那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头旗其实已经在准备了。对，我们现在本来表定要入庙，这个回宫的时间是2:30，2:35，2:35，所以还有35分钟。对，还有35分钟。在这边看起来大家都就绪了，就在等妈祖回来这样，所以那个路也都直接空好了。对。在地人就是很知道，所以一定会那个做好相关的配合。哦，是要上殡仪了吗？还没有，还没有。
这个机身会在最后关头上定，然后出去迎接妈祖。就会到应该是过 T 级楼那边的时候才会准备要上定义。嗯，对。像前边穿黄色的那个衣服，然后跟正嘎的这是陶吉州，然后后面正嘎加天空色衣服的就是那个牛大州。然后刷屏妈已经先来到表头金家，他就是致意之后应该就会往刷屏遐给。的一个这个徒步进香，所以现在三边妈主要回家了。对，他应该待会到那个 T 楼那边还会遇到不顺妈祖，嘿。会再稍微等一下，还是这样？会遇到，会遇到，哦、是会遇到，哦，刚刚好。目前看到 Hilda 跟 Toby 已经过铁路了。嗯。到庙前面这边，贝贝亚明天游庄的时候，他也会出动。哦，对，那边在喊什么？妈祖回答，妈祖回答。莫利亚的一个工作也大功告成。嗯，今天的工作吧，应该是说今天的工作算到一个段落了。那36执事也到了庙前，然后准备要入庙了。
等来，咱准备要入庙，但是即摆拄到山边嘛。山边嘛，你头前吗？对啊，山边嘛，你遮。哇，是要交汇的意思。对，就即摆山边嘛，跟头前相见欢。一起回来了，然后最后要相见欢这样子。对啊，因为即摆咧，咱白沙屯五分钟的电影嘛，拢伫遮 stand by 啊。对啊，大家拢出来啊。因为这是最后一段直线。待会会冲了，对不对？这一段直线，下一步就是回庙了。回庙，我们待会那个空拍一定很精彩，那个冲的画面。所以现在呢，咱的白沙屯五分钟，咱的电影嘛，直接 stand by。是。咱山边嘛，嘛来到这，跟咱的白沙屯嘛的头旗相会啦。龙相会，然后就各自回到各自的家。还没。还没。等一下应该会很嗨哦，因为现在是山边妈的轿子跟北沙屯妈的头旗相会，等一下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没有人说得准。我们刚刚就发生很奇妙的事情哦。对，因为一路上哈回宫的最后一里路，更可以显现白沙屯整个妈祖信仰最核心的观念是。就是礼节，对，大家会互相相敬如宾，互相礼貌。是我们是兄弟，我们是姐弟，我们是姐妹，一切以北沙屯妈为大姐。即便很亲嘛，该有的礼节还是要有。就是我跟你很亲，我可以跟你打打闹闹，但是今天是进香回銮的日子，大姐就是大姐，对，就是那个长幼有序，是在这个整个进香历程中让我觉得最明显的。不管你怎么样的去。在路上开心，真正的核心就是回到长幼有序。这也是让你感受很深的一件事。因为欧亚公有教导你嘛，对不对？好，来来来。来，咱五分钟，五分钟的大桥来啊！五分钟的大桥来啊！越来越欢乐了。越来越多人挤在这里啦。传统上。现在我们五分钟的大桥来，一起咱定义来，等下咱化主公，也许就会坐上定义了，要迎接咱妈祖婆登啊！好，我们定义往前了，定义往前，头旗也过来了，继续往前。好，现在王爷公帮妈祖婆开路，王爷公帮妈祖婆开路，来，我们往前走。跟着头旗走，小心小心，慢慢走慢慢走，宝弟花一楼，所以等一下妈祖婆回哦，我看到花主公坐上定椅了，哦真的坐上去了，对，咱白沙屯五分钟，咱的花主公坐上定椅，迎接妈祖婆一秒，走，登上。咱今麦来咱白沙屯五分钟，咱发出讲坐上大桥，还不是坐上大桥，坐上电椅，坐上电椅，迎接妈祖婆回家，太嗨了！冲冲冲冲冲，跟着发出讲，跟上跟上，
一个人北沙村莫无穷。最后200公尺，一百公尺，沿路炮棒不停。哇，这个炮很多啊！红地毯，出来！飘！你不觉得化珠公其实蛮帅的吗？很威严呢，在我们正前方。当然是，因为马祖伯回来了，我们让耍咯，一定是帅帅的。这个架势都起来了耶。对，好帅，我们回来了。终于。2024年，岁数甲新年，甲辰年，白沙屯嘛，往北港进乡，最后一段路，准备回家，终于回来了，所有乡亲较辛苦啊，我等一下再等就不完嘞，还没，还有200公尺，但主角还没回来，我们先回来了，但是要记得一件事情。咱做着妈祖婆香点卡，妈祖婆入庙了要记得冰落马哦。大家都爱冰落马哦，小心。原来宝笑牙跟在我的后面。嗨，宝笑牙。你好。往年在传统上的故事里面，妈祖婆回家，宝笑牙就去玩水。去哪里玩水？就是去后面那个水池玩水，真的假的？但不知道等一下会不会冲下去玩水？因为我们说过，让北沙屯妈进牛不只是北沙屯宫天宫妈祖庙的代志，是全部白沙屯的事情啊！每一间庙都是要去迎接自己姐姐回来，对，所以大家都是很快乐、很开心、很兴奋、很期待。作为最年轻的神明，宝笑牙应该是最年轻的吧？是吧？所以玩水我觉得是合情合理的。对，而且今天天气又这么好，对不对？我觉得宝笑牙应该也生醉哦。我也觉得应该会，今天天气很好，好想看到宝笑牙玩水。然后等一下我们就看他会不会冲下去。因为回宫这天是所有白沙屯的庙都出轿迎接。对。那迎接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迎接大姐回家。那等你北沙屯妈祖庙了，大姐回家了，宝笑牙会不会冲？反正我也出轿了嘛。我自由。他们就去玩了。陶琪要不来啊？没有吧？陶琪要进来，有一件事情很重要。退三步。1、2、3。要冲了。要冲了。我们站在这里可以吧？摇滚区。因为陶琪州人称江湖上最猛的勇士，最会冲的勇士，可以跟大球州平起平坐，就是陶琪了。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摄影师也很厉害，也可以拼了，也很会冲。没有，我们不能自己包。我们的摄影师只是不会抽筋而已，很强啊！我们为了要带给大家我们所有神粉最厉害的画面，我们摄影师也很会冲，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快要离标了，赶快把它分享出去，冲起来！我们现在的位置在白沙屯拱天宫的戏台，距离入庙就是100公尺，对，就那么一点点了。天文岁数甲新年破纪录，报名179,971人，差29个人，就破18万。实际上跟在路上，但是比北港朝天宫已经破30万人，那个庙埕满满满。哇！今天终于是回宫了。昨天八夜还有这个急行军终于回来了。
而且咱看到白沙屯五分钟，咱的法主公也定义又重新要回去接驾，咱的大轿要来阿妈祖婆参礼了。冲起来了！最后一百公尺，最后一百公尺，加油！我看到我们盛大团队的摄影师冲了，跟着冲了。接下来陆陆续续可以看到咱白沙屯财政所有各宫各庙各神明，陆陆续续的来到咱宫天宫跟妈祖婆致意，跟妈祖婆请安。九天八夜，真的有一点想念，终于完成了，有押韵。九天八夜有点想念，我觉得还不错。九天八夜有点想念，厉害哦。好，所以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坐在我们的八人大轿，哎，不是，这是八吉灯，这是新埔八吉灯地下宫的庙。因为我们全白沙屯的各宫各庙都有出轿子，出神子都出来。在这之前都会先来跟妈祖致意一下。必须要，就是我们出来接驾的时候。回来就跟妈祖婆致意，然后看到咱白沙屯东梁宫水富王爷也来到咱中天宫跟妈祖婆致意。对，护安宫。哦。护安宫五富千岁。而且，你看哦。陶琪现在已经在那个我们的戏台旁边了，是。但是山边妈，她还在梯级楼旁边等北沙屯妈。这个姐妹情，等姐姐，等姐姐回来，等姐姐一起。明明她走到那个路口，梯级楼路口，山边妈右转就回家了。她家了。但她现在还在那边等北沙屯妈呢。她还是要跟她见个面啦。对啊。哇！所以现在山边嘛，跟咱白沙屯嘛，终于相会了。准备要相会了。哇！妈祖婆相会了。就这样依依不舍的感觉。你有这种感情这么深的姐妹？会耶，还是有耶。我觉得其实就跟我们很像。我们有时候会跟自己的家人。我跟你不是姐妹哦。我是跟你啦，我们自己的姐妹啦。哦，要讲清楚。讲好。不要动哦。但是刷兵嘛，就在 T 区那边等北刷的嘛回来。依依不舍。对啊。要骗姐姐。呵呵，那个恭喜阿威，然后才各自回各自家。退后一点。就是姐姐，我们回来了。我们完成了。那你先回家，我才要回家。我们一起回家喽。各自回各自的家哦。那北沙屯妈就说没关系，你也先回家。对。那要推来推去。辛苦了，辛苦了，这样。传统上的十八相送，不知道今年。我们会不会在那边送三十分钟？但是今年不知道有没有办法看到传统上经典的十八相送。十八相送。姐妹情深的最高境界。你进我退，你进我退。对。那现在是看到五分钟。大轿也在这边 stand by 了，而且现在这个时间点，距离咱白沙屯妈跋杯只是要一秒的时间，剩下十七分钟而已了。中原标准时间14:19，18:19，妈祖婆跋杯只是的是。14:35，那现在呢？白沙屯妈已经跟咱梯级路边啊，山边妈也在那边等，跟姐姐会合。最后，距离妈祖婆选的时间还有16分钟，但是最后这100公尺会走多久呢？妈祖婆有什么样的指示要留给所有的路边咖呢？我觉得好玩的就在这里。大家都不知道，北沙屯妈跟双明妈，她在路程上留给大家的一点点提点，都喜欢，像是那种玩猜谜游戏一样，对，不难，但是还是会让你不容易猜透。对，就是它虽然不难，但是要你用心，用心的跟随，对，你只要用心，它就会给你答案。
好神奇啊！你觉得他会准时入庙吗？一定会，我觉得一定会。通常这个时间就是会站掉肚肚啊喝。我其实蛮希望那个掏枪可以来敲敲你的头。你吓咧！一定会。练习讲台语啊！绝对的，会准时。总而言之，线上的大家分享起来。2024年，尬是你白沙屯嘛，往北港进行，就是最后这16分钟，咱妈祖婆就要入庙了。分享起来，趁现在最高潮，分享出去。吹起来，吹起来。而且陆陆续续，咱白沙屯在镇的所有的各宫庙的大桥、连桥都出来了，而且现在呢，不约而同，一一的过来场内，就围在我们的拱天宫的前面，帮妈祖婆把这个路打通、架开、架开，因为等一下要冲了，头旗先冲。好紧张，我觉得每一年就是入庙最好看就是这种冲的时候、欸。那个冲得很快、欸，那冲得很快，你真的跟不上。那大哥也冲。哎呀，然后尤其是那个画面，我们从空拍看下来超刺激、超壮观。在北港入庙是北港的感觉，然后回来的时候又是回来的感觉。所以我们先跟线上神粉约定好，待会一起喊进哦，好不好？我们待会一起喊。分享出去，分享出去，分享出去。保守估计，距离妈祖我选的时间只剩16分钟了，只剩16分钟了。16分钟，待会会不会冲呢？而且现在咱妈祖婆登来跟咱白沙屯的是那个布帘已经打开了，我们大殿的布帘已经打开了，所以咱妈祖婆等一下回宫就是通行无阻，对，要来迎接，打开来迎接。在咱面头前，咱太祖也欢喜，大家拢欢喜啊，太祖也欢喜。哇，现在真的非常非常热闹了，已经是最后的时间了哦，大约在13分钟，妈祖就要回来了，就是妈祖婆看的时间了。我们看到庙前现在其实就是人山人海嘛，不管是神，我说人多神也多嘛。那你现在看到现在镜头前面啊，那给完那就是在晃的这个是苗栗的金虎爷会，对啊，他们是分灵自新港的虎爷，对啊，你看他们头上会有花，对，苗栗的那个金虎爷会。然后大概在画面上还有看到的，像是天德宫的大轿也在这边了，然后五云宫在刚刚稍早的画面也有看到，其实现在就是庙前的状况就是人多神也多。然后刚刚大宝也有在聊到说，那我们其实甲辰年进香到现在已经倒数剩下不到20分钟了嘛，那再来回宫以后，它其实就是一个阶段性的，当然阶段性的一个休止。那当然明天还有明天的游庄。哇，这个鞭炮不得了。刚刚在这个路口就是3月8日，我们会说，山边其实他刚刚就是在门口那种稍微等一下，就是等到大妈已经就是我们说白沙屯妈祖已经要进来以后，他才就是致意完以后，他才继续往山边的方向走。那待会这个我们看到我们的白沙屯妈祖遇到了这个山边妈祖，他们会有一个这个互相相送，已经相送完嘛。那现在看到的这个轿子是来接驾的轿子，对，有一些是来接驾的要驾子。好，我们头旗已经到了庙前这边了。我们说整个进香仪式其实是从放头旗刚的盛开戏啊，就是放头旗3天要吃3天的早斋，对。
所以这个来接驾的神明都会先在柳娘这边等妈祖，就是稍微致意完以后，其实因有一些可能不是白沙屯这边的镇头还是什么，对，那这时候就是可能会请他们，就是致意完以后，心意到了就请他们先到旁边，因为后面还有像桃基被冲啊，阿兄大马被礼拜啊，其实空间就是开始要麻烦让出来了。哦，桃基会在什么时候冲啊？随时吗？随时。其实差不多，你会看到他待会就是他有一个蓄势待发的画面，对。然后就现场就是虽然这么多人，那就是屏气凝神的在等着罗生。香袋好像又交给那个副理，对。就最后那个在进庙的这个时刻是由他，就像我们起驾那一天出去，头旗是炉主啊，对，头旗是炉主。那回来我们会说回程其实香蛋自由副炉主负责，所以这一段就交还给了副炉主。哦，准备了。现在桃基村比赛几秒？冲啊！要冲起来了！起来，大家一起喊进哦！2024年，甲辰年，白沙屯嘛，沙滨嘛，往北港进乡，准备要迎接桃基几秒？准备！线上的大家准备刷一波锦哦！我们香蛋先进去了，而且现在进了，进了，打到你了，进了，刷钱，进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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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化会仪式守护的行会终于入庙了，进入，进入，进入，而且现在此时此刻在咱白沙屯江天宫头前又在咱白沙屯五分宫法主公的吉星降驾迎接妈祖婆，现在咱的头旗准备要冲了，最后50公尺，刷一波锦哦！刷起来！桃旗被冲了！准备！牛点开了，主管就是桃旗！大家喊起来！刷一波锦哦！将军，由着咱清水综艺团护驾之下，迎接咱白沙屯江天宫天上仙庙的牛会讲。你不觉得我越来越会讲文言文了？你好像越来越适合这个司仪的动作了哈。气
喷气喷气喷！来啊，刷起来！立正！前水将军准备立标！来拍点劲，快点啊！刷起来，进哦！进哦！进哦！恭迎白沙屯江铁江陈顺将军入庙。抢救。We can h 重现不变。一直打歌，不好意思。我刚刚算算，你在路上听了多少次？78次。83次。那你比较认真走哦。认真走。那陈顺将军准备地标，刷起来！恭迎白沙屯江连江陈顺将军回家，帅哥进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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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了，看到牛耍了，看到牛耍了，接喽！贴上再复制贴上会比较快，最快哦。妈祖妈祖我爱你，妈祖妈祖我爱你，妈祖妈祖我爱你，妈祖妈祖我爱你。上面的牛，所以是大新的红八杠金，回銮完吧，恭迎天上上面的牛回宫，一手刷起来，刷起来。
冲了！谢谢。过吗？留掉还要过吗？有，都过，谢谢。过了。没，另外辛苦。还谁哦？兴奋跟激动，那在地的这个朋友们，就是久违的妈祖，想念的妈祖，终于回到了拱天宫。然后刚刚跟君一直在看，就是每每进庙那一刻，这一步登上那个红桌那一个大哥画面，真的是让大家。我刚刚有没有注意到，看到刚刚那个大轿进来的时候，在中间那个位置有一个委员哈，那美国大哥他直接就是一脚跨上了桌子，就上了。我们真的很佩服他，因为他那一步真的很重要，他可以让整个教神教就是顺利的往那个更高的位置上，然后也才能够顺利的把这个庙门做一个这个关闭，然后在这个当下，那整个仪式非常圆满，就看着大家是内心很激动，也很兴奋，然后看到妈祖这个带着这个从北港义火回来的这个香火弹，然后现在呢已经正式的又回到了这个神龛当中，红布帘再次的拉了起来。是，而且你刚刚看到美国大哥手脚这么利落，你很难想象，其实这一趟进香路他是全程徒步都没有在上车的。他在这里是一个很传奇的人物，这个概念上是这样。阿白刚刚也对，你现在是这样，你在哭吗？我都太感动了。哦，你是真的，哦，是。你被画面震撼住了，对。
哦，对，以前在外景的时候，你就只看到你没有办法看到现场进来的这个画面。是，对，原来它是这样子，这么震撼呢。对，没错。哇，而且我看到每一个人，就包括你刚刚说的美国哥啊，或者你说大教组组长，头七组组长，蔡董啊，卢组、组委，所有的大头头们为了妈祖婆，然后非常谨慎，然后把他这样大家就恭恭敬敬。其实就是大家当值的时候，那个脸都笑不出吧，因为大家都是谨慎以对，要努力把这件事情做到最好。可是就是卸职后，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开玩笑啊，怎样？可是，在当班的，所以幸福哥才会开玩笑说，我们好像扛轿的时候拢笑不出来。对，就像起家那一天，阿白也有扛到轿，那个表情也是相当的严肃。对，但是我们自己不会发现，我们其实很严肃，因为我们其实就是教在肩，责任就在肩。对，我发现我们的白主播现在就整个很激动，他那个眼睛，他的眼神闪闪发亮，发出闪闪发亮的、那个，真的就是你从那个画面上看，每一个人对神明的那个态度是超级超级，就是他也不管他是谁了、我不管自己是谁，对，我就是完全的为他服务。我没有管我在上镜头，我没有管我现在是什么样的身份，我就是好好把这件事做完。然后进来的时候，大家真的就是像刚刚俊逸讲的，要记得庙的整个安排，还有每一个人会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任务，然后也会做好非常棒的这个在当下自己应该做的这个所有事件的执行。那现在看到是这个三边妈祖的这个神教，当然也要往这个山边妈祖跟这个方向再继续前进，待会也会是三边妈祖也要进到这个，对，他也要回到他的三边妈祖临时宫，三边妈祖宫这边是。哇，我也没看过这种画面嘞。我刚刚也在跟阿白聊到昨天在慈后宫的情况，因为其实昨天我不知道线上的香灯角或者是现场的香灯角，你们对昨天的住家慈后宫有没有什么印象？因为这是这几年来我觉得这比较晚住家慈后宫的时间，以往大概都是5点、4点前，甚至再早也是1点多的时候就进慈后宫了。好，我们现在看到了是土城五云宫的这个啊，哇。这是刚刚，对，君英刚刚也在讲说，这个本来期待着在外面看到的静香旗，是拱天宫外面，刚刚有一直希望说，哎，大家一起手摇静香旗，但是他还是看了很多的手机。那大家可以想见大家的心情啦。现在画面还是有看到静香旗，有啊有啊，很棒啊！我就觉得这个当下，大家都想要记录自己最感动的那一刻时刻。然后妈祖的神教从自己眼前这个非常这个带着神威的这个状态，然后又进到庙中的那一刻，大家其实也是很兴奋跟激动。这一层陪着就是有始有终，然后一路向前都是一样的。是静香旗，其实我今天早上已经有跟办公室确认，其实今天早上就可以去领回静香旗了嘛。那当然，现在也开始陆续去领回你的静香旗，因为我们还有明天的游庄。对，明天的游庄你也可以带着你的静香旗去游庄，然后我们明天游庄回宫以后，你就可以遥想你手中静香旗的铜铃。真的，我现在看到阿白在看那个这些画面的眼神，就是也让人家觉得很感动。就你们每次都在外面，真的非常辛苦在工作，但你们在第一线啊，得到了感动那个跟那种被渲染出来的氛围，一定跟我们在这边看其实还是有点差。我一直在想说，像尤其我们到朝天宫那边，因为我们在转播的现场跟外面真的离很近，你知道那个万人不素不相识的一群上万的人，然后成千上万人一起为着妈祖这样大喊这个向前的那种感觉，其实真的是很难得的一种那种大家是一心向团结的那种氛围感，真的很棒。是，好。因为阿白之前在外景的时候，因为他其实是有他自己的任务要做，啊啊，所以他就是要做好眼前的事情。那他看就是不会比较不会像看到中控的画面。那像当我们在中控看到的画面，我们可能到外面看的又不一样。好，对，来我们的这个。大宝跟真田一直在第一线上守候，现在就在庙外，我们赶快让他来告诉我们现在庙外的大概现场的最新状况了。大宝、真田，快带给我们现场。你看，咱白沙屯五分钟发出功，机心尴尬，然后回来了。圆满完成之后，大家都回来了，而且宝孝牙也回来了。哇，他会不会去玩水？我好好奇哦。我也不知道，因为呢。每一年这个时候呢，让接妈祖婆回宫之后，最大任务完成之后，
他们要玩什么开心的事情，我也不知道哦。他们两个现在很快乐哎。该不会宝笑去玩水了？相约去玩水哦。不好说。很可爱耶。我觉得我们来了这么多年的北沙屯骂镜头，然后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说，如果我们以这个北沙屯本真的立场来看，你会发现所有的庙，所有的庙都是用一种跟人和人相处的方式。对，比如说我说跟你认识的话，那你如果说你家热闹，我就去你家。对，我说我家热闹的时候你就来。就来我家，相敬如宾。不止相敬如宾，是玩也玩得很嗨。嗯，你不要看现在神明这样子哦。就是他们现在是互相在 say goodbye 吗？还是？我就是在修旧，马祖伯回家了，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玩？有那种感觉。就是把这个神明的这个意念套在我们原本人的身上，真的很可爱。是因为全白沙屯都是以马祖伯作为一个最核心的信仰中心。像那种大家长的感觉吗？大姐啊。大姐。所以每一间庙都是视为北沙屯妈都叫大姐啊。大姐啊。所以现在。把这样任务完成指标，然后刷兵马也指标安装，那剩下你看宝笑啊，宝笑还在玩呢，他开始越来越嗨了，他等一下我觉得会越绕越快，越绕越快，越绕越快，然后他就会跑来找你。他今天有找过我一次，那会第二次了，信不信？会不会来第二次？猜猜看，来各位刷一波，他会来找我第二次。我觉得宝笑会来找，结果会去找你。不会不会不会，宝笑会来找你。你看，因为我长得太可爱了，也好，但是因为现在就心情轻松了，宝笑就来，哎哎，会不会宝笑就来叫我说要不要一起去玩水之类的？我觉得宝笑会来找你，那玩水，就是因为现在就是几，比如就因为今天天气又好，对，而且寒流也过了，现在就是一个气温气候都是很好的天气，又加入一位神明哦，线上的大家，你们觉得宝笑会不会来找真的？我觉得会。被你讲这样，我也紧张一个起来。我觉得会。我不知道为什么哎，我突然可以懂刚刚那个李荣公去找你的时候那种紧张感。是不是？是不是？就我明明没有做错事，就我好好的，可是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突然紧张起来，会有点严肃起来。但是宝笑应该会来找你吧？好，我们来期待。如果线上的大家，你们觉得宝笑雅会来找真田玩的，加一。加一，我先来谢谢 Baby 菜的在 YT 的抖内吼，他说妈祖我要一个男朋友。好、oh, ，谢谢 Baby 菜。如果真田因为今天的直播而嫁出去的话，哎，终点。他是自己许愿，不是帮我许愿的、啊。如果很可爱。哎，慢慢，但是要先讲，觉得宝笑雅会来找真田的加一，觉得不会的加二。紧张了，等一下会有人加。我觉得会。来，感觉看麦啦。因为我们跟宝笑的距离其实也有一段距离，他听不到我们在讲什么。觉得很近啊。但是我觉得宝笑因为是年轻神明，他跟喜欢年轻妹子吗？就是喜欢年轻的女孩。少女这样。对对对对对。今麦太祖，咱太祖爷也跟咱欧文江的王爷公致意。你会突然很像很多就是小朋友哦，结束了，我们来玩，快点！对对对对，就是大家都来玩了。就是长辈在的时候，长辈在的时候就是兢兢业业。哎，找哦哦哦，大家公找你。行，我就说吧，我就说宝笑雅会来找你吧。掌声，我就猜中了，宝笑雅一定会找真田的。感谢宝笑雅，今天让我们这么顺利圆满完成，那谢谢你的照顾，然后也很谢谢你一直来帮我加持，然后我觉得你很可爱，个性很可爱。宝笑会来找你吗？哦，太子来找你了，太子来找你了。
谢谢，谢谢泰珠雅，也谢谢你今天，谢谢你们今天这么辛苦，然后让这些活动都那么圆满完成，然后也谢谢你愿意来，在活动结束之后来帮我加持，然后希望我们节目都可以一路长虹，大家健健康康、平平安安，谢谢，谢谢，谢谢泰珠雅，谢谢你，谢谢你，我们下次见，谢谢，感谢，哇，欢喜欢喜，感谢。谢谢，谢谢你，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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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今年那个嫁未出来，谢谢。哦，哇！爱嫁啊！谢谢你们，很感谢你们今天，谢谢你们今天愿意帮我加持，我很开心，我也希望你们很开心。感谢戴阿公，感谢戴阿公，感谢，辛苦啊，谢谢你。谢谢你是什么啦？感谢您对我的感谢，对我的。台语真的很烂呢。明年见，下次见，谢谢。感谢戴阿公，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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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你。他们要帮你加持耶。我今天好幸福哦。谢谢。是不是？我就说法孝牙会来找真田，我猜中了。我刚才那种很奇妙的感觉，你知道吗？我知道这样讲可能有点怪，但我感受到神明在排队帮我加持，所以你知道，你一天没有结婚，众神明的压力有多大了吧？刚刚是三位神明嘛，我明年可能变五位。如果没有结婚的话，那刚刚是五位神明。哦，让五位，明年变七位，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你赶快嫁出去好吗？我们应该叫阿白来的吧？没，阿白算了。阿白有别的任务，阿白那个等级是我们没有办法处理的。这个太没关系，我们期待他的好消息。对，搞不好他一路上有遇到很多事，只是我们不知道啊，对不对？我印象中阿白有遇到冒险老师，说要送匾额给他。我觉得我们的团队大家都很好，都对我跟阿白很上心，他们都很担心我们两位嫁不出去。整个团队只剩你们两个还没嫁。没有，还有都嫁啦、啊。志豪哥还没娶啊。我说嫁。嫁是不是？对啊，嫁只剩你跟阿白啊。对啊，加油！加油啊！我刚刚真的乱猜的，真的猜中，宝孝来找你了。你今年一定嫁出去了。今年、明年，今年、明年。岁处尬心理。要今年哦，太急了啦！我们要慢慢相处啊。你去跟宝孝来讲。我去跟他讲。你去跟宝孝来讲。很可爱耶，谢谢他们。很激动，然后我一直在感谢他们，就是谢谢他们让今天这个活动这么圆满、这么顺利，然后也谢谢他们愿意前来帮我加持，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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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我们到现在还有结缘品，对，然后我们妹妹自己设计的，很可爱，这超可爱，有恐龙，有恐龙，有恐龙，好可爱，恐龙，哎，这恐龙超可爱，上面有一只小恐龙，是他的玩偶，哦，恐龙还有玩偶啊，对呀，谢谢你，谢谢，谢谢，所以你明年真的要嫁了，嫁，哎，大公有事跟你说。对你有兴趣吗？对你有兴趣？一万吗？对。那找你这今年若无嫁一定是真田太挑了。现在真田讲什么我们也听不到。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没有收音，你自己跟神明讲话哈。这是最真实的，他到底要求什么事情，我们不听，不说不知道。工作团队总共多少？七个。
让他上镜头。有点满。每年这个时候其实是大家 party 的时候。哎呀，谢谢。他们让我讲了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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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心话。哇，又有节约品啦！刚刚你跟朵朵公跟戴亚公和泰柱来讲话的时候，我们大哥说这咖喱给。哦。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只比较希望真田今年嫁出去而已。那他就给我一大堆节约品。就真的要让我嫁出去啊？总而言之，如果真田在今年度啦，今年度有好的结果的话，你自己回来白沙屯喽。真的，我真的觉得我要回来绕一圈哎、欸。哦。真的得要绕一圈，但是没那么快了，哎、欸，也要先认识人吧，也要相处，结婚太快了啦，太快了。我先跟各位讲，太快了。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很紧张，我很。你看，来，换你了啦。感谢爹公，感谢大大公，感谢太主要。我们刚刚在聊的事情是讲吼，要帮真田找一个好的翁婿，因为伊安尼伫江湖耍伤久啊，拢无嫁无通。那祈求众先生吼，会当帮伊娶咯，卖互伊安尼，搁安尼蒙蒙渺渺，紧好定落来，互一个有一个好的姻缘安尼。那换你讲讲你的心里话啦。我的心里话。心里会就会开心啊，我超级开心啊。对啊，谢谢，刚下，刚下，刚下恁的家琪，谢谢。谢谢。哇，我们这一次来真的是收获满满，惊喜满满。很多事情都在出乎意料之外。谢谢哦，又有这个很多。什么叫这个？很多呢，我们拿很多，好多人都跟我们结缘哦。我觉得啦，因为我们受尽众神明的照顾，我们受尽众星星的照顾。然后呢？应该说啦，我们受尽众神明的照顾，然后这些结缘品。不应该是只有我们独享。对，我觉得不应该只有我们有。那要这是妈祖婆的代给我金。是，你来想。我觉得不能让整个早上都在吹冷气的小编太闲。哦。哎，我以为是说要让小编拿到得到些什么，哎，是不能让我们太闲。我们不是要留给小编，我们是要让小编来处理这一个代给我金怎么安排，对，好不好？好啊，让小编来决定是不是？如果你们觉得我们现在就来决定这个代给金怎么处理的话，现在就决定交给小编来安排，就加一。哦。如果说觉得没关系，随缘。随缘。就加二。加二。我先看一下。小编说小编没有很闲。如果有需要的，希望说透过小编来安排这一叠的代给金怎么样来结缘的话，加一。加一。如果说都没关系的话，就加二。那随缘了，我们就随缘。我觉得中控会讨厌我们。好，我们让小编来处理一下好了啦，好不好？没有，我们要看线上的留言的状态。所以线上，请问一下中控的嘉文哥，你需要 Deco Game 吗？我留一张给你。有了，大家要加一张。哎，全部都是要小编忙哎。好，我们后面来想想要怎么送出去的好不好？后面来好好想一下要怎么送出去，因为我觉得可以，觉得可以跟大家结缘啦。这是缘分，因为呢，我们跟着北沙屯妈记录了这么多年来，是，他其实就是一步一步的照顾我们长大，对，所以我们也一步一步的帮他付出，对，所以今天结到这个缘分，如果线上有需要的朋友，你私讯给小编，
你私讯给小编，让呢对口跟你结缘，好不好？私讯给小编，这一碟交给小编。好，谢谢。谢谢。好啦，那今天呢，我还是要说一下，我觉得我每次来走白沙屯都有一个新的不一样的体悟，每一年都不一样。今年我真的又被你讲一句话，又突然又点醒我一件事情，就是，哎，真的哎，我们平常九天八夜走在路上的都是我们，感谢妈祖保佑我，我愿意牺牲奉献。但我们今天回到白沙屯中间，哎，对耶，都是大家来欢迎，大家来到白沙屯，所以。方向完全不一样，意义完全不同，这个又是我今年又新体会到的事情。所以今年我们就要约大家，明年我们一起来白沙屯玩，对，一起再来体会新的东西，是好玩的。所以呢，白沙屯妈翁八刚进修这件事情，而且今年是一个特别的一年，是第一次跟咱八刚进修也列为咱国家指定重要民俗的同时发生，是同时一起了，而且也是报名人数突破新高，对，快要18万，好多好多的第一次都是线上的大家跟我们一起完成，对，真的非常感谢你们，今天也不是今天，这一次九天八夜一路这样陪着我们直播到现在的所有身份，谢谢你们。你帮我拿着，你帮我拿着。好，我原本就想说我们今天如果说要做一件事情，我还特别准备，准备什么？我放在包包里面。有什么？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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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哇，卡住了。你先秀出来是什么？喇叭啊！哦，我知道他要干嘛了。我要干嘛？你要做很漂亮的 ending。当然了，我准备很久了。好，让大马准备之前呢，我们要再一次谢谢大家，再次谢谢你们今天这样子陪伴我们整天，时间很长，然后也大家都辛苦了，也累了，然后记得有空要回来白沙屯走一趟哦。最后，我们就用好听的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吧。谢谢大家，感谢大家，谢谢你们，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我唱，我唱，我唱，拉副歌。好，场外大家辛苦了。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大宝跟我们的真田在那边得到了非常多神明的祝福。刚刚他说了一席话，让小编的资讯爆了。但这件事到底要怎么处理，请看后续在官网上面。那应该小编会说出一个方式，大家再好好的关注。谢谢今天支持我们进行这一场回宫直播的所有的好伙伴，让我们再次对您表达感谢。首先让我来感谢的是康祥制服，在今天为我们的单场的冠名赞助播出。那么在这一次的进香呢，赞助了白沙屯 T 恤提袋跟大家结缘。那么这个康祥制服已经成立了40年，纺织相关商品都是量身设计，产出了很多的专属商品，同时呢也是各大企业啊、车厂啊、百货都是他们的指定合作伙伴。再一次感谢康祥在今天康祥制服的冠名赞助，也成为我们今天这场回宫直播的好伙伴。谢谢。那么另外呢，也要感谢的是补体素对我们的赞助播出，加杠的优蛋白，加杠的台湾味，补体素咖喱最会消妈咒，依循妈祖精神，致力做台湾人健康的支柱，补体素优蛋白。含乳清蛋白 BCAA， 吸收好活力、好体力、好，要喝就喝加杠的优蛋白。这是谢谢今天的好伙伴，还有今天的神奇伙伴白主播。刚刚他在听到真田讲了一句好好相处的时候眼睛瞪大，因为他也想要有人可以好好相处。是好的，我们这一次的直播我真的觉得是一个很创新的举动。我刚刚一直纷纷的感受到你对这个在场外的事都已经了如指掌，对真田的几句像好好相处啊，像有个什么幸福，他就特别有感。这一次你真心也帮自己想要走出幸福。好，没关系，我们就是如果大家都这么想，那我觉得大家的念力一定可以帮助我越来越好。天哪，你已经是不是对在场内只剩下念力了，场外才有神明。但是要非常的感谢今天阿白也进到播报台，感觉不一样吧？很不一样哎、其实这一次我体会了，也体验了很多不同的事情，是包括走路啊，包括来这边哎、可以跟大家聊聊，或者是看看哦，原来我们的直播这么及时的看到那些画面是什么样的感觉。对，然后听说你还有彩蛋要跟大家讲。对不对？没错，我们这一次的白沙屯，不管是直播啦、节目，或者是甚至我自己去记录的这些种种，所有会从4月10号开始，4月10号连4个礼拜的节目，连续4周哦，对。
通通都是白沙屯的特辑。我以为说通通都是你。哎、欸，我也不知道会，哎、欸，不会啦，我都有大家。有啦，你最好了啦，你就是一个很有爱的人，然后随时随地想到大家，想到观众，当然也会关注神明。那我觉得，其实每趟来白沙屯妈祖这边，拱天宫妈祖啊，还有这个三边妈祖啊，都对我们来说有很重要。还有包括朝天宫，其实这个各大庙宇的神明啊、妈祖婆啊，然后都让我们在完成这整个任务的过程当中充满了感动。嗯、谢谢你今天来陪伴哦。哦，谢谢你让我来这里陪伴你。你要感谢治愈主播，他想要出去体验那个进哦，然后就跑出去。我也不知道他个人有没有顺利的在那个当下去看到了或者听到了什么，他的心情上的新的不同。一定可以，一定可以。嗯，对、啊。好，那这个今天的所有的这个我们的直播呢，感谢我们幕后强大的团队，这个没有办法叫大家这边为大家一起欢呼，谢谢你们。那我们的导播、我们的制作人、我们的导演。那大家记得一定要看节目哦，一定要收看节目，支持我们。是，然后我们希望来年也继续来支持，我们可以再来到白沙屯妈祖拱天宫这边，然后能够呢继续进行。今年是甲辰、子丑、寅卯、辰巳，所以明年是乙巳年。好，希望我们可以持续为妈祖婆服务，这是我们的荣幸，也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你安排的宝岛神很大直播，今天圆满成功，谢谢大家，下次见。谢谢大家，下次见，拜拜。写一条歌。梦花开，像你的面容遐尼美，相偎在咱起床彼一日，不惊风吹落雨滴，雨水嘛无打紧，期待着伴你相随。想当时为日子拖磨不如意，不敢想要当时才会醒，是你温暖的慈悲重新给我信心，度过了偌济寒冷的冬天。时间到，咱就行行啊行，为心所爱的人苦行一段，沿路满腹的感谢，为伊流一滴汗。时间到，咱就行行啊行，为心所爱的人付出一挂，永远是妈祖的囡仔。有伊惜命命，咱继续行。风微微，到伴着花香传千里，
事的人情味上大心，不管咱来自叨位，无人是为家己，亲像伊是咱天顶的母亲。时间到，咱就行行行，为心所爱的人苦行一段，沿路有满腹的感谢，为伊流一滴汗。时间到，咱就行行行，为心所爱的人付出一挂，永远是妈祖的囡仔，予伊来惜。只要我搁有一点仔价值，世间的善良咱继续添好满，扶持着天上圣庙的名。时间到，咱就行行行。为心所爱的人苦行一段，沿路有满腹的感谢，为伊流一滴汗。时间到，咱就行行行。为心所爱的人搁付出一挂，我永远拢是马。